报告委员会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4年11月23日星期一9时34分至12时02分，地点本院群贤楼801会议室，出席委员王玉明委员等12人，列席委员黄伟哲委员等13人，请假委员陈杰如、杨耀，列席官员卫生福利部部长蒋炳煌等相关人员主席，曾召集委员袁杰如、田委员邱锦代理。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邀请卫生福利部长部长秉煌、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等，就依据长期照顾服务法第35条规定，长期照顾服务机构之收费如何订定，参考资讯并予以核定，以及长期照顾服务法第22条授权订定之长照机构之法人法制立法方向，包括现有法人机构如何衔接私人小型机构，如何转型长照机构涵盖范围，依据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护理人员法、精神卫生法、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条例等法律，设立之机构是否一并纳入列席报告并被质询。本次会议经卫生福利部长部长秉煌提出报告，委员王玉敏等6人质询，均经卫生福利部长部长秉煌及各相关主管等及其答复。决议依本日会议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将会征杨耀、杨玉新、林宏慈、徐少平、林淑芬及吴玉仁等7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书面答复。三、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通过临时提案3案，请委员酌参。宣读完毕。请问委员会对上次议事录有修正或遗漏之处？无意见，好，确认通过。好，各位，本次会议为2天一次会哦。那本日的会议议程为：第一，继续审查本院委员江慧珍等18人拟据《人体研究法》第19条条文修正草案。好，那我们这个已经这个询答完毕。那第二个议程就是说，我们邀请卫福部部长，还有这个内政部次长、法务部次长，就全国性及省级社会福利慈善事业财团法人及全国性人民团体评鉴情形、组织概况及政府治理的问题做说明。那财团法人草案立法进度、遭遇困难及规划方向哦，一并列案列席报告并被质询。第三，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公益劝募条例》部分修正条文，这个修正草案第8案等8案。第四，审查人民请愿案，好一案。那我们是不是这个介绍委员跟列席官员就需要吗？应该是简略了哈，请大家自行参看参看哈，这个桌上的。那我们现在先继续我们的议程第一案，审查人体研究法第19条条文修正草案来。那我们现在有一项新提出的修正动议，请议事人员宣读。人体研究法修正动议第19条，研究材料于研究结束或第14条第一项第8款所定之保存期限届至后，应即销毁，但经当事人同意
或已去连结者不在此限，使用未去连结之研究材料逾越原应以书面同意使用范围时，应在依第五条、第十二条至第十五条规定办理审查及完成告知取得同意之程序，但本法施行前所采集之未去连结人体检体能证明确有取得研究对象同意者，并以去连结方式使用，依第五条规定经审查会同意后使得为之。未去连结之研究材料提供国外特定研究使用时，除应告知研究对象及取得其书面同意外，并应由国外研究执行机构检具可确保遵循我国相关规定及研究材料使用范围之担保书，报请审查会审查通过后，经主管机关核准，使得为之。提案人委员林淑芬，联署人委员赵天麟、陈杰如，宣读完毕。三案都读过了吗？都读过。之前好。那我们这个修正动议加上之前两案一共有三个修正。这个案，那请问委员会关于人体研究法第十九条修正草案，及三项的修正动议有无意见？大家意见？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请行政部门表示意见，还需要吗？行政部门就今天新提的修正案。甘哥需要不？安尼我建议啦，好不？大家委员听看嘛，一个我建议一下啦，哈，因为这个新提出的修正案跟之前的两个修正案我们一并保留，加原本的这一条哈，这个提案一并保留，然后送协商，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出委员会送协商，谢谢。那我们进行这个，我来宣告一下，这个本院。委员江慧珍等十八人拟具《人体研究法》第十九条修正条文，这个草案，业经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曾召集委员，这个杰如补充说明，需交由党团协商。好，我们就三个修正动议加这个原来的修正条文一并协商。好，谢谢。那我们进行第二个议案，第二个议案就是，我们先请这个。第二议案，我们就这个全国性及省级社会福利慈善事业财团法人及全国性人民团体评鉴情形、组织概化及政府治理问题说明，以及这个财团法人草案立法进度遭遇的困难及规划方向，都一并列席报告并被咨询。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先请卫福部？好。我们是第二案，好，现在请。提案委员先了哈，请这个公益确募条例修正草案等案提案委员说明啊，提案要旨。首先我们请许天才委员，许天才委员不在，我们请李同豪委员做提案说明。李同豪委员不在，我们请陈廷飞委员说明。陈廷飞委员不在哦，他们我们就是请杨丽环委员不在，我们请卢秀燕委员不在，我们请杨耀委员不在，我们请刘建国委员不在。那我们今天的提案说明就到此啊。那我们接下来是请这个卫福部蒋秉煌部长就上述第二案及第二及第三项议题进行报告。那我们内政部次长、法务部次长就上述第二项议题进行报告，报告完毕后，我们进行询答。好，部长。好，主席、各委员、祝各位先进。我先就这个全国性及省级社会福利慈善事业财团法人评鉴情形。组织概况及政府治理问题的说明，做一个简略的这个报告。那有关这个基金会组织的概况，按照103年度统计资料显示，基金会董事人数呢，总共有1595人，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占78.5%，男性、女性各占70%及30%，基金会工作人员专任者占90%。
那另外依据103年度评鉴结果，董事有依规定办理改选者占 88.48%， 董事会议有依规定召开者占 97.53%， 九成五以上的基金会董事会议有依规定审议年度预决算资料，依规定函报主管机关者占 93% 以上，八成以上的基金会有建制文书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财务购置及保管制度。那有关基金会政府治理的这个问题呢，本部是依据民法这个定班卫生福利部审查社会福利业务财团法人设立许可及监督要准，作为这个本部监督管理的依据。那主要的管理机制可以分成几下几点来说明。第一个是审查的年度预决算，那基金会应该在每年的一月底前及年度结束后五个月内，分别将年度业务计划书、经费预算书及前一年度之执行业务报告书、经费决算书等等的文件函报本部备查。第二个，这个财务监督与辅导人为了加强基金会的辅导，历年对于评鉴评列为乙等以下的基金会呢，均于次年度起委托专业会计师进行财务查核。104年度起将逐年完成各家基金会实地财务查核。那102年度起呢，并委托专业会计师审查基金会年度预决算等财务报表。104年度起由专业会计师提供基金会财务辅导与咨询，办理财务研习课程，协助基金会建立财务会计与内控制度。那有关业务辅导的机制呢，本部除定期办理业务联系汇报，促进基金会了解政府部门有关社会福利施政主轴，另结合专业团体提供咨询辅导及办理议题座谈，引导基金会策略规划业务，掌握社会需求脉动及 提升弹性调整能力。那有关全国性跟省级社会福利慈善事业财团法人评鉴的情形，那本部是从94年起每三年办理一次评鉴，103年度评鉴243家基金会，评列优等者占 36.2%， 甲等 25.5%， 乙等 20.6%， 丙等 8.2%， 丁等 9.1%。 评鉴丙丁等基金会，本部在104年度委托专业团体进行实力辅导，协助基金会解决组织运作困境，并预定于明年办理实地复评，以辅导基金会达成原设立宗旨。所以结语是这样子的，财团法人社会福利基金会在政府的预算有限情形下共同投入社会福利服务，本部未来仍继续培力基金会辅导其稳健经营， 提高它的社会责性，永续经营，以利社会资源持续有效投注于社会福利领域，照顾更多的这个弱势族群。这个是以上的报告。请示委员，是不是我就公益劝募就继续报告？是，可以。好，谢谢。那我就这个公益劝募的这个议题呢，跟各位委员报告。那社会大众及媒体各界呢，日益重视公益劝募相关议题。为了有效管理劝募行为，妥善运用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公益，保障捐款权益，公益劝募条例有重新修正检讨的必要。那仅就这个修正草案等八个版本呢，提出本部意见呢，敬请各位委员部定指教。第一个，行政院版本的修正草案总共有修正13条，增订一条，主要修正重点有确立劝募行为增列喊停机制，增列重大灾害劝募活动的规范，提高财务征信频率，劝募财务转捐及剩余款的处理，会计师专案签证规范等六项。那各委员提案修正的重点如下，那个总共有七个版本，总共提案修正22条，增订一条，删除一条。简要的说明如下：第一个，第二条增订并修正公益劝募条例名词定义。那现行实务上公益的定义，应该是没有自爱难行之处了。那至于财务、政治活动、宗教活动、捐赠人捐赠资料及劝募活动必要支出等，已经有这个法有明定哈，建议维持行政院修正草案条文。那第四条，将本条例主管机关由内政部更改为卫生福利部，本部尽表同意。那有关第五条，配合第八条增加人道两制二制，本部尽表同意。
第六条建议维持行政院的版本，不增订的理由是如下，有三点。第一个，各级政府机关应定期或每季公开征信部分呢，本部后续配合修正本条例施行细则会处理。第二，有关增列定期公告券目所获财务使用明细部分呢，法已有明文规定，建议不再重复增列。第三，有关订定券募团体募捐收支管理办法，已有人民团体法及社会团体财务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建议维持行政院修正草案条文。那第七条呢，是明定券募团体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的文件内容，跟行政院修正草案条文意旨相同，本部竟表同意。那其余建议不再增订，它的理由是有两点。第一个是增订各级政府办理券募活动时，应向中央主管机关核备部分，考量政府机关的财务会受预算法、会计法等相关法规规范，也受到审计部的监督，其实是不太需要再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核备，建议不需要再增列。第二个是增订网络发起的券募活动，应该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许可的规定，因为券募的样态非常多元，如果增订网络券募规定，恐怕还是有挂一漏万之余。那有关第八条增订券募活动所得财务用途范围规定，因为现行条文第八条第五款已明定，并没有挚爱难行之处，且行政院修正草案条文已经有增订券募定义，建议不修正。那有关第十二条有关喊停机制，本部竟表同意。那至于有关财务使用执行期间，已由团体制定使用期限，再由券募机关，券募主管机关核定，建议不要修正。那第十三条增订有关开立单一专户，并以设立专户方式接受不同券募计划的捐款之规定，应该与专户管理原则有关，那建议维持行政院修正条文草案。那第十五条增订券募团体应于其券募管道主动告知捐赠人规定，目前实务上本部公益券募管理系统可供民众下载资料参考，建议维持行政院修正草案条文。第十七条必要支出上限规定，经参酌统计资料，亦与这个券募团体研商取得共识，券募活动必要支出开支一万以上者，不得使用现金部分，与现行条文内容吻合，建议维持行政院修正草案条文。第十八条考量现行条文第十八条对券募活动所得金额之开支规定能有效掌握募得款的使用流向，建议维持行政院的这个草案条文。第十九条有关剩余款在执行情形，原条文定有明文，建议不予增订。有关剩余款在执行期限限制部分，本部竟表同意。另外，行政院修正草案条文已经明定转捐的相关规范，并将再配合纳入执法修正，建议维持行政院草案条文。第二十条有关明文规定定期公开征信的精神，本部竟表同意。有关主管机关应定期办理年度查核并公告部分，因为对券募活动的管理以辅导为主，已经有明文规范。至于定期公开征信之频率呢，则建议在执法中定定，建议维持行政院的草案条文。第二十一条建议规范主管机关就所辖范围内之券募活动有查核权，现行条文尚无挚爱难行之处，建议不修正。第二十二条券募活动执行情形不合原申请计划属内容，亦需返还捐赠人，已有明文规定，建议不修正。第二十二条之一，增列券募团体返还券募所得时应遵循之事项等，本部竟表同意。第二十三条有关捐赠人与其债权人之间的财务纠纷，民法债权篇已有明确规定，建议无需订定。第二十四条，就是现行的条文第二十三条，规范主管机关应将券募团体备查资料于主管机关网站公告，并定期办理年度查核。现行条文已经有明定，建议无需修正。另有关设立券募网页公告专区，本部已经建置有公益券募管理系统，建议不要修正。第二十五条就是现行的第二十四条，增列券募活动执行情形不符
原申请计划内容之罚则，现行条文已有明定，建议不予修正。针对第一条第五款的内容，罚有已有明定，建议不予修正。第26条，针对违反第12条及22条之一之罚则，考量违法情势尚非完全可归责于劝募团体之事由，建议不予增订。第28条，该条增订的规定已经明定在26条，因此建议还是维持行政院的修正条文。第29条，因为涉及的刑事政策，已有法务部或司法院表示意见。那结语是本部承大院各委员的支持跟协助，完成了多项法律案，对业务推动有极大的帮助，在这边特别表示谢意。那呢，为了使大众的捐款能够妥善应用，使劝募团体更能清楚相关规定，本部将持续加强公益劝募及责信观念的宣导，协助劝募团体皆能够依法办理劝募工作。以上报告。接下来请内政部次长报告，邱次长。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内政部以下仅就所主管的全国性人民团体评鉴的情形跟政府治理的相关问题，简要报告如下。第一点，我国全国性人民团体，包括社会团体跟职业团体的发展的一个趋势。根据本部内政部统计处的一个相关资料，民国90年底的时候，全国性的职业团体的数量大概有353个，到了103年年底，数量已上升到449个。那么同一个时间内，全国性社会团体的发展更为蓬勃，从4407个团体成长到12363个，数量几乎为原来的3倍，团体数量的年平均成长率是8.3个百分点。也因此，辅导社会团体与职业团体健全组织发挥功能，并结合当前团体力量，积极协助政府办理相关业务，是本部辅导社会团体跟职业团体的重要工作方向。而对于人民团体的组织与运作，内政部也透过评鉴机制鼓励优良团体，以促进各类人民团体健全会务、财务与业务的运作。第二部分要报告的是评鉴工作的推动的一个概况。那么我们评鉴主要的依据是分别社会团体跟职业团体的方向来办理，分别拟定所谓的评鉴的要点来办理相关评鉴工作。那么评鉴的对象，主要是社会团体。社会团体的部分的话，因为它的人数比较多，团体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分两组来办理评鉴，而且每年评鉴一组。职业团体的部分，我们主要是以一年上的职业团体为占评鉴的主要的一个对象。那么评鉴的内涵包括会务运作、包括业务推展、公益服务等三大面向。第三，政府整个治理的展望。我们目前对于人民，因为决策自由是人民的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因此我们认为说现行的人民团体法已不符合当前的整个宪法保障人民决策自由的一个精神。我们现在目前正积极着手研究人民团体法的修正草案，未来将以尊重人民团体自治及民主运作为原则，降低政府规范、松绑法令限制，以淡化行政管理、强化公共监督为方向，并借由责成团体资讯公开与分级分类管理的手段，促进全民监督与成熟公民社会的建构。第二个部分要报告的是建制资讯系统。人民团体相关法令的松绑以后，有关人民团体的宗旨、会务、财务等资讯，应即透过便捷的网络平台与管道向大众揭露，以利公众评估人民团体的运作，进而导引资源正确的流动，以强化公共监督的力量，并达成踏裂流梁、扶植优良团体的一个目的。因此目前内政部正积极建制相关的资讯系统，以利团体一般民众使用，让人民能够更了解团体、参与团体，也能够使团体更接受社会团体的监督与评鉴。第三个，我们将加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权责。团体如有申办政府相关单位委托的事项，譬如说还有一些活动经费的补助，以及其他依法必须经主管机关核可的业务时，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除应透过前开资讯系统，也就是我们内政部所建构的资讯系统，了解人民团体的基本会务、财务运作状况以外，并应参考其专业能力、过去活动的表现，以及依据该业务的委托办理的一个计划、补助要点与相关法令等规定，合予适当的一个决定。如其执行业务表现优良，或有违各目的事业法令规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给予奖励或依法应予给予必要之处置。结语是，
透过修正人民团体法令，建制咨询系统，以及强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权责的推动，人民团体的评鉴，我们相信可以不再仅仅局限于例行性的一个奖励措施，而是可以落实于日常会务中，借由建立资讯公开的平台，让其会务可以随时随地无所不在地接受公民监督，并让人民团体的运作可以和民众的生活相互结合。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支持，谢谢。好，谢谢。接着请法务部次长就上述第二项议题进行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奉邀到贵委员会就财团法人法的草案进度，还有遭遇的困难以及规划的方向提出报告，深感荣幸。以下呢，仅就这三个部分提出报告。第一，有关于财团法人法草案的立法进度。财团法人法呢，这个草案在大院第七届会期的时候呢，没有通过。那由于届期不连续，那更因为呢，各位委员呢在审查的时候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在法务部呢重新再检视。那经过13次的研商会议以后，在2002年5月31号将本草案报由行政院来审议核转这个大院。那这目前呢，在行政院呢已经召开了7次的审查会议，最后一次是在今年的10月13号。那目前呢还在行政院的审查之中，这是关于这个进度的报告。第二个呢是关于财团法人法呢这个草案呢遭遇的困难，因为这个法案呢涉及了很多不同的组织形态，还有业务属性的财团法人，那影响的层面很广，要整合各界的意见以审慎评估立法的政策。因此呢，这个草案呢目前呢在行政院审议中，将审议完成了以后呢，我们本部呢将送到大院来呢这个修法，请大院审议。第三个呢是关于财团法人法呢草案的规划方向。在现行法制呢，本草案呢是财团法人的一般性的规范，至于呢针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有关财团法人的特性而为规范的，要借由各个法规呢来加以规范，像这个身心权利者保障法啦、社会救助法等等。那如果有认为加强规范的必要的话，可以在这个各个法规里面呢加以规范。那因此呢，这个本草案呢是一般性的规范，它在立法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明确呢一般的规范呢，就是管理大概分了两大类，一个呢是关于政府建制的财团法人跟民间建制的财团法人。那这两个呢，因为性质不一样，所以呢各设专章加以规范。对政府呢建制的财团法人，我们采比较高密度的监督，强化呢管理规定，杜绝这个弊端。对民间建制的财团法人，采低密度的监督，依司法自治的原则，尊重他章程的自由，鼓励他自治，那避免呢由政府做过多的限制，以及建构一个多元的法治环境，确实呢达成这个财团法人从事公益的这个目的。那这个本规范的这个呢，我们仅择要的呢分数呢如下。第一部分呢，就关于财团法人呢财务的管理机制，还有财务透明啊，设有完整的规范。像第一个呢，禁止财团法人他用偷抹、诈欺或者其他虚伪的这个迂回的手段呢，将财产那违反利益冲突移转。等于呢，避免他掏空这个财团法人。第二个呢，贯彻财团法人财产跟董事个人财产的分离制度，明定了财团法人关于这个财产上的保管呢、运用呢等等呢这个一些方法。那另外呢，财团法人不可以当保证人，不可以当无限公司的这个无限责任的这个股东，还有合伙事业的合伙人避免能够这个财团呢受到不当的这个侵蚀。第三呢，是关于这个财团法人要建立明确的一个会计内部控制，还有稽核的制度，要报告这个主管机关来备查，等于就是他有一个会计的原则，这个呢必须具备的。那第四呢，是关于明定财团这个法人呢，他的财务报表营运的状况要送到主管机关来这个备查，还有主动公开，把这个财务要透明化。那第五呢，就是明定呢主管机关对这个财团法人他的财产状况，他一个检查权。财团法人呢不可以这个拒绝，有妨害检查的话呢，它有一个处罚的规定。那第二部分呢是关于特别呢有一章呢针对政府建筑的财团法人，它的监督机制它有一些规定。第一个呢就修
修正呢、啊、政府捐助的财产法人、董事、监察人，还有他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回避，这个也是避免他掏空这个啊财产法人的这个财产。那第二呢，是关于主管机关对政府捐助的财产法人的这个运作状况，要定期呢查核，并将这个预算法人的这个预算结算书，还有定期查核的情形啊，在这个主动公开，在网站里面主动公开，让这个全民呢、啊、能够监督。第三呢，就政府呢捐助的财产法人呢、啊，要变更为民间的财产法人的时候呢，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一定董事的这个同意，这样才可以。第四呢，这个政府捐助的财产法人也应该建立人事、会计、内部控制，还有政这个稽核的制度，报请主管机关核定。这个最重要，就是对他财务的部分呢、啊，有一套严密的监督的机制。那此外呢，他对这个创设的这个财产法人的合并制度，让不同的财产法人他有合并的一个机制。那另外呢，对休眠的财产法人呢、啊，就是已经都没有正当理由停止运作的财产法人呢、啊，我们希望呢能够有一个处理的机制，希望能够呢让他呢这个恢复这个运作。那第五第最后呢是关于这个外国的法人，外国财团的法人，他也可以呢在互惠的条件之下，他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请认可。向法院呢办理设定登记，那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采平等互惠的原则。这是关于呢这个草案在目前行政院审议的时候，我们规划的一个方向。那这个以上的意见呢，请各位委员参考，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接着要进行综合询答，在进行综合询答之前呢，因为今天刘建国委员哈，他那个云林赶到这边那个路途遥远，他那个提案，要做那个提案说明哈，那我们请那个提案说明，你不是要提案说明？哎、欸，谢主席哈，本席有提《公益劝募条例》的草案修正案哈，我想简单做一个说明。《公益劝募条例》在2006年5月17日公布实施，那迄今已经将近9年，那期间有经历多次的重大天然灾害事件。各公益的劝募团体亦皆本于这个设立吼宗旨，依照相关的法令进行各项的劝募，以协助本国或他国政府进行赈灾。但是民众对于劝募团体之劝募款及其劝募行为等，因其这个透明度不足而多有议论，所以本席这一次提案拟具公益劝募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求公益劝募之公信力和提高透明度，并加强主管机关之权责。以上做一个说明，谢谢。好，谢谢。现在开始询答，每位委员询答时间8+2分钟，10点半截止发言登记。委员如有书面质询，请于散会前提出，逾期不受理。11点半开始处理临时提案。请问委员有没有不同意见？同意哈，好，那我们。现在请苏清泉委员进行质询。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还有立习官、媒体朋友，大家早。我请部长。来，部长请。苏委员早。好，部长辛苦了哈。我先请教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体研究法，那现在出委员会。是。那第19条这样的好几个修正动议，你的结论是怎么样？你希望怎么样？跟委员报告，我的基本的想法是，第一个，当然我们对所有的这些组织、这些相关的这个人，他的个资呢，应该是有所这个保障的。但是如果能够在去年节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为了整个医学的发展，因为医学的发展是每个人都会受益的，所以如为了医学的发展，要尽量的让我们医学研究者能够有所弹性，能够使用这些组织。所以在91年1月2日本法实施之前的那一些简体啦、标本啊等等。那有去年者的方式，然后让经过 IRV 就开会的伦理委员会通过之后，就可以也有限度的使用。是，这个、是 我希望是如此，91年以前的经过 IRV，
就可以使用。那 IRB 应该很审慎的去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审查。就是说 IRB 在审查这一种，就是讲无主的就对了啦吼，无主人的吼，这个得爱搁特别搁较慎重，搁较注意。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哈，中研院的啦，或者是国务院的都非常的紧张哈，都台大医学院这边也都很紧张，说如果这个法没有过，他们真的是会研究会受到阻碍嘛。各位报告，很多人，包括现在陈建仁这个副总统参选人，包括台大的杨校长，很多人都非常关切，而且一再的拜托我们，希望能够处理这个事情。好，这个是不分党派的。好。啊，所以本人是乐观其成的哈，我们一定全力促使他赶快在这个会期要让他通过了，是，不然的话谢谢再搞到下个会期，我看就遥遥无期了，谢谢，真的是很糟糕的事情哈。谢谢。好，那第二个问题，现在这个全国性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的财团法人总共有250几家嘛？是，257，总共应该265家吧。那这些现在以前是属于内政部管辖嘛？对。那现在全部都移拨到卫生部来，是不是这样？对，是。对，社会福利相关变成都在卫生部。社会福利的啦，好，全部移过来。那这个是全国性的，那如果是各管区的，那就没了哈。各管区的。各县市的就在各县市。那现在各分全国跟各县市是怎么用什么来区隔？他登记的。登记是不是有报告？就是他向哪里立案？哦，所以不是以基金的规模来做，不是。所以在各县市的，如果要做到他县市，是不是要跨县市？即使是登记在县市也可以嘛？还是？他基本上他自己本身的，如果是依照财团法人法草案里面的话，哈，他目前大概就是主事务所在哪里，他还可以设分事务所。所以他主事务所是在哪一个县市就会到哪一个县市啊，如果他是要属于全国性的，目前我们是只管全国性的。所以如果在他登记在各县市的，他要跨到其他县市去做，只要分的办事处安得在，他要经过那个县市的同意，他才可以去做到跨县市的。好，不然的话就以原来的县市为主。好，所以这个移拨过来之后，那内政部这边也没什么意见嘛，哈，本来就是没有嘛，哈，没有哈。好，他们很乐于一波了，乐于一波了哈。好，那第三个问题哈，就是财团法人法，法务部这边今天有报告哈，财团法人法是规范所有的财团法人嘛。那部长，我们现在的医疗财团法人这边是我们是要修改医疗法，那是怎么样？是跟财团法人法跟这样有没有冲突啊？我想我们是在修改医疗法，我们已经送到行政院一段时间了，目前行政院还在处理当中。那跟财团法人法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冲突，也没什么冲突，因为我们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医疗财团法人是跟这个华部讲的这个财团法人是无关的哦？应该是无关的。是这样子吗？这个民法，这财产法人法它是普通法，会有一些一致性的规定。那然后呢，医疗财产法人它是医疗法有特别的规定。那如果特别规定以外没有规定的，那么就要从普通法。所以它的设立的一般的是由财产法人来规范，然后如果是医疗财产法人的话，又要受到医疗法，对，受到医疗法特别法嘛，哈，对，所以它再一次的。更加强规范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医疗法上没有规定的，就从民法之规定，或者是像财产法人法的规定。那过去财产法人是规定在民法，那现在单独立出一个财产法人法，所以在医疗法里面没有规定的医疗财产法人的相关事项，就要按照我们那个财产法人法。所以说，它的一般的就受财产法人法来规范，然后有特殊的就医疗法来规范，是这样吗？那我们现在在修改财产法人意愿的一些章程或社团法人，就是从医疗法这边来下手，所以行政院有一点疑虑，叫你们要回去再办说明。有办委员，我们有好好办，然后好好办对对对，那会议记录也都有详实的记录，好，部分有参采。这个事关重大，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好，那这样的话就厘清了。好，那在第三个问题，我请教部长，这个社家属请回。就是讲到
这是健保的问题哈。那现在有很多，现在我要问你一个厘清，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百姓出国两年后就两年之后就出国超过两年的就都停填保了嘛，还是半年？这规定哈，我所知也是出国两年以上就停保啊。应该是两年嘿，两年就注销。然后回来之后要半年，现在改要半年才能恢复，对，要半年才能恢复嘛，哈。那如果两年内回国，就是我小贵冷泥，得不注销，邓癌只要补缴保费就可以马上看，缴三个月就可以看了，是不是这样？我的了解好像是这样子，这样会钻漏洞哦，这样。那如果这个，譬如说这个，今天没叫我来哈，没来呢。好啦，我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即马真济人伫美国啦，伫大陆这些台商有来来去去，他说，我所认识的台商，他的健保保费几乎全部都是如期在缴了，他连停都不敢停，因为他一有风吹草动，回去给这些病等来，因为人家血够好嘛，吼，大碗个半，就吃到饱的哈，这个太全世界太好哈。昨天网络上有一则新闻，不知道部长你有没有看到哈？德国的夫妻来台湾住，这一则你有没有看到？没有哈。德国夫妻来台湾住，那一个有台湾的这个国籍，一个没有，一个是外国人士，在这边居住一段时间之后，就视同本国家保，然后缴的保费又特别的便宜，超过德国的七分之一的保费了，然后他的医疗给付是全部都 cover， 他说全世界哪有这种地方呢、啊？所以他看我们在汇率在那边条条上上下下，就在那边吵得要死，骂得要死，他觉得是不可思议啊！在欧洲调保费是很平常的事啊。我朋友住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他一个公告下来就调了，啊，人家不是，人家那边调保费都要一个部长落台哈，然后总统、副总统每个不适合哈。所以这个台湾这个国情真的是有点奇怪啊哈。好，那现在我问你，就是说这些国外回来的，当然现在有一些门槛的啦，就是讲伊回来，得爱啊，介久唔捌回来，得爱等半年，吼，等半年了，伊才当开始享受医疗，这个很多人可以接受了哈。那如果是两年内的，他就要缴三个月就可以开始。那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就是说因回来了高高的。啊，这些人拢等啊，一年去国外等，那个是可以算出来的嘛？他们总缴的补缴的保费等等，跟他医疗的支出到底有没有失衡呢、啊？这个倒是我们比较关心嘛，哈、哦，因为伊若讲等来交一亿，啊，结果伊开十亿拢中了，哈、哦，啊，安尼就凄惨啊，那这样对我们本国的不公平啊！这一点，部长你知不知道？不知道了哈。这个如果有人要因为特殊的状况有这种情形哦，的确会有一点失衡的这个现象了。不过我们的陈儒委员刚刚说的，我们已经把它限制六个月了。那后续当然可以再进一步的延议了，免得有人投机取巧了。不过目前至少已经开始有一些限制了。我这里有一个资料，但是应该是不完整的了哈。就是去年的这些人回来。初步的统计，他缴的钱差不多三亿多了，但是支出是不到三亿的，所以还好了哈。但是这不知道有做没有，我不知道啦，所以这一块要加强了，这一块哈，就是说，像外国人，他们就认为外国人在台湾投保，他们的保费的汇率应该是高一点，他们可以接受呢。就是说，因为因要纳税嘛，咱本国人伫台湾是毋是干那讲健保之类，伊阁有纳足侪税，吼，所得税、啥物税、啥物足侪税，其他的很多万万税吼，然后所以他享受这个健保，有点超过也没关系，就是因为至少是国民嘛。对。那外国人来，他是我们刚刚讲说很多税他没有缴，所以他只有单纯用这个健保的汇率来享受这里的医疗保险吼。他们是觉得他们如果比本国人高一点，他们也可以接受。
是、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问题啦、哦、所以这一块是不是也可以研究看看，是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委员。请刘建国委员发言。好，谢谢，谢谢主席，请部长。来，部长请。刘委员好，部长好，我还是来接续苏委员 的问题啊，因为这两天跟他特别有缘，嘿，嗯，他讲完了之后，第二个就是我，刚才他特别提到就是说那个两年就台湾的出口的人士的哈，两年未缴健保费，对不对哈？基本上我们应该是对他做停保注销的动作了，对，应该这样哈。对，然后他如果在两年内，我应该没有记错了，应该两年内，他只要两年内有回来再做补缴的动作，基本上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嘛，因为我们原本就把它设定在两年内嘛，对不对？那超过两年内，就回来六个月才能够，要再住满六个月，对对对。好，然后必须缴清这两年未缴的嘛，是才可以再继续下去嘛，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嘛，哈，啊，没有了，全部要缴了，缴三个月就可以了。两年的出国，他都没有享受，他不要缴。哦，那就缴三个月。有谁知道吗？查一下好不好？哎，好，这个要讲清楚了哈，因为刚才苏委员的角度是说有人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投机取巧了，也就是说钻漏洞了，我觉得应该健保不会去规划变成这样。你要不要来帮部长答复一下？你可以啦，无你嘛甲教伊啊者，无部长唔知，系啊，我是要讲哦，迄咱都要去调降费率吼，一件都要调降遮济啊吼，啊，佮迄个补充补费都要调降较济啊，这条看有差到遮济吼，这第一点啦吼。第一点，我是你拄啊所用讲一点正好，是讲外国人士，我们对外国人士的定义吼，基本上应该要很明确吼，包含陆生是不是？如果是这个样子来讲，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彻底讨论，而不是急救章啊，吼，而不是急救章，因为他刚才用的隐喻很好嘛，这些外国人士来台湾，他们期待有健保。他们也知道说他们没有在台湾履行相关的义务啊，缴纳这么多的相关的这个课税，所以基本上他如果要使用我们健保，那当然他的健保会要高于我们国人嘛，是，但是高于多少？哦，高于多少？这是第一点嘛。那第二点，陆生的部分也应该如果要处理，应该要去做这样的比照办理。哦，那相对的，我记得哈，应该大家都会有一些印象。好像在英国还是在法国，基本上他们的健保是不给外国人使用的，哦，他们的就是他们对外国人是基本上就是你们自己去买民间的保险，民间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来这边要多久，不晓得多少时间，哦，我记得是这个样子。那台湾要不要把我们的全民健保变成全球健保？哦，这个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不太好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去做。你即便说建议说去调高对外国人士的相关的汇率去提高，但是到底要是提高多少？哦，这个显然那个基础跟那个计算的方式，我不晓得要从何根据。哦，那如果说我们又要参照其他的国家，那其他国家跟我们健保的制度又不太一样。哦，就像我们这一阵子一直在沸沸扬扬讲的健保汇率，还有补充保费的这种状况。全世界可能也无迄款，补充保费的制度啦吼。我理解是安尼对啊吼，啊嘛真少像咱中华民国的立法院就对啊吼。嘿，迄个当当时要定这个二代健保，迄法都百几条吼，根本都无补充保费这一条就对啊吼。到最后要三度以前的前三间向该创一个补充保费入面，吼，啊才好即卖执行机关。嘛，带一个讲，我安那超好收，用收八九百个对吼。即马只对这边也要减，啊，即马因为对这边减的时阵，哇，那个法律明文规定里面不可以只有处理补充保费跟汇率是要联动，所以我们现在才从这个也要动，那个也要动，
所以 我是觉得部长可能在你的任内应该要把这些东西明确的制度化了，但我对那个外国人士还是甚至于陆生的部分，这东西真的是要做一个很慎重的这样的一个评估了，不然我觉得会，是，可以回一下吧。刚刚问那个健保署副署长，他是说如果国人在外面除籍的话，已经到国外去除籍，那回台就要等待期是6个月，但如果没有除籍的话，他可以先办理停保，停保之后那要复保，复保的话也要有等待期3个月，这个是二代健保法修法的时候的一个协商之后的一个结果。要交多久的保费？就3个月，只有交3个月，对，就是必须要办理停保。所以他如果没有办理停保，那就继续交了。所以他不可能有机会去投机取巧了。是，基本上应该是这样的。是因为这是二代健保法。好，谢谢了哈。OK， 部长，我先请教你，上个礼拜针对那个西华清的事情，雌激素现在进度怎样？简单就好，好不好？今天食药署没有来，我的了解是雌激素我们是原则上是不准添加在这个洗发精里面，那相关的规定跟它的执行的进度我可能要再跟 FDA 查一下。那就像部长刚才答复我这样嘛，他雌激素绝对不能添加在洗发精里面嘛，对不对？那当时我是真的是看我们对外的说明我才吓一跳，我在那一天会提出这样咨询嘛，因为我们说预计明年可能要到明年7月前才有办法处理整个处理完嘛，对，我们是想要把它提前了。对啊，对对，后来当然部长有答询说要提前，但是如果到现在为止，市面上还有很多的厂牌，它的成分洗发精的成分里面还有雌激素，那怎么办？第一个我的了解，我那时候也有问，好像其实市面上相当的少了啦，如果有的话是相当的少了。那但是因为它如果目前存在的话，它并不是违法的，所以我们大概可能只能用道德劝说的方式了，然后提醒消费者注意不要去购买这样的产品。这个我这样听有点怪怪的哈，雌激素已经被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公告为就是致癌物嘛，很清楚嘛，那世界各国也都在持续的要求要去改它的调味配方，然后有的甚至要求要下架，有的甚至于就是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那我们台湾是有点后知后觉，那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好像没有第一时间要求这些含有雌激素的洗发精在同一时间下架，还是短期之内多少时间它必须要下架完成，我们没有这么做，就已经很奇怪了。然后我们自己对外去公布跟媒体说我们在明年七月以前，后来是部长听到然后才讲说我们会再往前，那我们的往前是往多前也不清楚，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到目前为止市面上如果还有含有雌激素的洗发精被消费者洗到了，那公部门要负担什么责任？我刚跟委员报告过，我想如我的了解是非常非常少了，那我想我可以跟 FDA 再来谈一下，看看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它在市面上能够消失。那但是因为我刚说过，这个当时它能够制造、能够贩卖也是依法有据的，并没有违法，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用比较用现在的这个要准备要修改的这个相关规定来。不，部长，你讲这句话，你前面讲那句话我可以接受，后面这句话是不对的哈。我记得我们的相关的法令里面第几条我忘记的，基本上如果他本身是当时在跟我们提出合法的申请，我们给予他许可之后，但是确实他的内容里面是有涉及到危害人体的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依法律要求他立即下架哦。对，我来研究一下。我们那个法律是有定到这样的强制力哦。那你现在如果说我们已经在陆续处理这些事情，那还有让消费者去洗到这样的洗发精，然后因下架而未下架，我才问你说公部门要去承担什么责任哦？那我来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做比较积极的处理。不想这个
你是食安专家，我觉得当然洗碗巾不是可以吃的了，不过理应道理都是一样，是哦。我再三提醒一次，那第二最后一个问题，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主要是针对公益劝募条例的问题，我请教一下，这个公益劝募条例里面有关于公益的定义是什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能有利益叫做公益。好，所以学生团体为自己毕业成果展在街头进行表演募款，有没有符合公益？不符合。不符合。对，为贫困儿童劝募学会有没有符合公益？那个应该是公益。对，为罕病儿童劝募医疗会有没有符合公益？是属于公益的。八仙啊，八仙的晨报各界捐款高达10亿，包括卫福部也有成立，对这个捐款的专路，有没有符合公益？那应该是符合公益的。那应该是符合公益。是，那是重大灾害，重大灾害。好，那如果反推我刚才讲说，对罕病的儿童、对贫困的儿童，就部长认知，他也有符合所谓的公益劝募条例里面不特定，是这样吗？是是。好，是。你嘛应该不工作八位，你再看内容一下会比较清楚一点。八仙啦，目前的善款流向可不可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还有未来未就是这些善款如果未用完，你们会做什么处理？归谁所有了？卫福部自己有成立嘛，专款专户嘛，对不对？那还有其他新北市政府也有嘛，还有其他的单位都有嘛，还有团体也有。那这些善款目前的流向使用的情形，卫福部有没有做一个总 total 的一个追踪一个掌控，有没有适时的去做公布？因为台湾已经面对到太多太多因为重大的灾害，善心人士的捐款到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被揪出来说某某团体怎么做不符合公益劝募的条例，某某团体的善款的使用是让人们会质疑的。每次台湾就在好像要去面对到这些善心的人士，希望交付给政府也好，交付给民间有信用的团体也好，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好像又再被揪出来一次说，他当时根本不是这样的做使用，这真的是伤害台湾人民的善良的一颗心呢、啊。那我身为主管机关，你们怎么去面对这种事情？那今天面对八仙这么重大的灾害，政府自己，不管是我们中央卫福部，不管是新北市政府，都有成立所谓专管专户，我们要去做使用。那还有这么多的团体，你们怎么去掌控、追踪，不会再有这样的莫名其妙的伤害台湾人的善良的心的情势在发生了？好，谢谢委员的垂询哦。我想八仙晨报哦，这一次的事件里头，募款的政府部门就是除了我们中央之外哦，那还有就是新北市政府，还有新竹市政府，还有台中市政府，还有阳光基金会。那目前我们中央的善款，依我们当时在公开劝募的时候，我们就希望用在全国的晨报。那当时有公开的宣示说，就交给原过去的往例，我们高雄气爆的时候也是交给高雄市，所以我们就原例交给新北市。所以目前我们中央募的这个款项是已经全部交给新北市统筹来运用。那至于台中市他自己 local 在用，所以他用的是要做一个生活重建的中心，那目前他们也目前进行当中。那至于新竹市政府这个部分，他是希望能够不跟新北市重叠的，能够再对他们自己的新竹市在地的一些晨报的案件来做处理。那至于阳光哦，阳光的部分会补政府的不足，去做一些，因为将来这个烧烫伤的个案，未来重建的路是一条漫长的路，所以它会是从全国的生活重建中心去做处理，这是目前整个的第一个状况。那第二个，目前在整个查核的机制里头，按我们公益劝募条例第六条，事实上有明定，在年度结束以后的两个月，他事实上要把这个做到上级机关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备查。可是对于民间团体这个部分，他在劝募许可的过程之后，劝募活动截止，他就应该对外公告他整个劝募的金额。那至于他整个执行结束以后，也是要对他整个金额的流向做一个流向的一个公告。
那第三个，刚刚委员关切说，那政府部门如何来注意他们？那目前除了我们现在有一个过去，因为我们过去没有系统，我们系统在今年年初已经建制完成了。今年年初嘛，已经建制完成，我们一个公益劝募的管理系统，它可以随时每个阶段依法就给他通知，你这个时候应该要做公告，譬如说三十天劝募结束以后，他的劝募活动就应该公，我们都做一个每一个节点的稽核的通知，同时我们会做一些查核，先做这样的一个报告。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哈。捐款的过程里面有个人募款哈，个人去捐款嘛，有那个电汇捐款、语音捐款、划拨捐款、转账捐款、信用卡捐款，这些捐款的工具里面，有的要付手续费，这到底合不合理啊？目前是就我们整个目前在用的，其实目前劝募的方式跟样态很多，那其实上很多的团体其实他会用活动。或者是透过广告或者宣导，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民众是不用去付费的。那至于刚刚委员所提的这个部分，应该是现在比较多的所谓的募资平台，这个部分就会有可能会有要求这个部分。那其他部分是没有的。对了，我是想说，如果这些的捐款还要付手续费，这到底合不合理的？好、哦、啊，如果不合理，要怎么处理？如果合理，到底是收多少才算合理？我目前事实上，在我刚刚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在所有的劝募案里头，其实以我目前的公益劝募条例，几乎都没有募款。那至于募资平台这个手续，我想后续我们会再来了解。那我想会再来研究一下。嘿，可不可以答复一下？嘿，他已经站起来了。啊？嗯。如果知道，答复我啊！哎呀，哎呀，说一下，哎呀。因为我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我捐款还要付手续费。我想那个跟委员也特别报告，目前事实上在我们的公益劝募条例是有一个所谓的劝募活动期间有一个所谓的必要性支出，那这个必要性支出是我们法有明令，它事实上是可以用在人事费、业务费还有必要的劝募活动的必要支出，那是在法里面是可以的。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吧，我是说我捐款还要被扣手续费。我想那个师长的意思应该是，如果说这个手续费的支付可能可以用他的那个募款的必要支出来帮这个捐款人来支付了，也就是涵盖在里面了，涵盖在里面。哦，涵盖在里面。对对对啊，涵盖在里面，这有道理吗？就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了，但是现在。不过一般来说，捐款人他可能不是，如果有道理，他应该是多少才合理？那个应该有一个标准嘛？是，当然不能说这个单位他涵盖里面的手续费是1%，那个是2%，另外那个是3%。你们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吗？我想那个必要支出哦，目前是法有明令哦。那原则上，如果1000万以下是15%，是有。这样的一个规范，我后来加西凉，手续费这个部分可，我们真的要15%手续费，那没有了。那个，我想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了，可能有一些募资平台它的手续费不太一样，我想我们要了解来做一个规范。你们了解一下好不好？我刚才特别强调说，个人募款的、电汇的、语音捐款、划拨捐款、转账捐款、信用卡哒，有一大堆捐款工具，背后有各隐含的手续费用嘛？这个手续费用到底收的合不合理吧？你们如果觉得合理，那应该是说多少才是一个真正的合理，然后是什么依据嘛？不能这一个有1%的，那个有2%的，那个有3%的，然后就说哎，要必要的相关的一些人事费用什么什么要计算在这里面，但是每一个收取的内涵的这样的手续费，所以没有一致的标准，我觉得这是。主管机关应该要去做我们来研究一下，谢谢委员提醒。那就请部长可能一两个礼拜内嘛，好不好？对我们做一个答复，这样好，谢谢，谢谢。好，谢谢部长，谢谢刘委员。啊，继续我们请田秋瑾委员咨询。主席大家好，有请部长。请讲部长。
请委员好。部长，我抱歉啊，因为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哈，就是24号，这个你们上次你答应我说那个健保黑箱核酸的事情啊，一个月内要检讨，结果你们24号邀请了这些医界的人进行讨论，初步共识是居民审查不可行啊。结果一看你们邀请的竟然是什么？是都是这个审查医生将近20名，然后哈，这个他说担心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困扰，如果居民的话啊，所以这个他们认为呢，事实上大部分是因为医生他们自己写的那个病历不够清楚啊，那所以他只要认为说这个东西问题不在他们上面啊。不过我真的是无法理解哈，像我这种不是学医的，我中文我都看得懂，这个 B 型利钠利尿酸，这个是来判定是不是心脏衰竭的那个抽血检验的项目，它不是治疗药物。结果你们这个核酸的理由是说没有使用该类药品治疗的必要，所以那医生非常火大嘛，他说你们请的到底是什么专业的这个医生，他连是检验抽血检验的用的项目，不是治疗药物都看不懂吗？竟然把它核删掉了。上次我已经讲过了，把食盐水核删掉，就一看他是要把抗生素肝粉这个打进血管里面吗？当然是要用那个食盐水才能够溶解那个抗生素嘛。这个竟然只核删那个食盐水啊，到底是在看啥，对不？那这个还有啊，这个已经临终的病人他不需要住院，好，只要回门诊就好。竟然健保署里面的人认为说，临终的病人不应该住院，这个逼他回来，好，逼他回来。那我是觉得真的是，好来，还有这个，你们那个上次我也讲过啦，那个Buscopan 啊，这个就是肠胃炎，那个病人这边肠绞痛、冒冷汗、疼痛剧烈，他给他 Buscopan。结果你们竟然说这个是什么非类固醇抗发炎的注射剂，所以限于无法口服的病人，爱的不都痛啊嘞，对不？当然一吃东西也很艰苦啊，竟然也把它核删掉了。然后项目写止痛针剂，你们核删的理由是没有必要使用抗生素，把它核删掉。那强心针也是啊，那个结果把它当成抗生素，说它不当使用抗生素，把它核删，把它这个核删掉。那你们请来的都是这些审查医生，当然说不需要啊。那医劳盟做调查说改成居民审查，他们调查结果54%认为应该改成这个居民审查，取消事后审核45%，维持现状还1%耶。你们请来的人当然100%都认为不要嘛。我上次咨询已经讲过，我去请教过到英国留学有拿个英国医师执照的，他说英国根本也没有适合审查。我如果按照老师教的，如果按照这个 SOP， 如果我按照这个指引，医疗指引根本不可能被核删啊。现在是按照老师教，按照教科书，按照那个学科的那个医疗指引的都被删，弄到医生根本不知道下一个病人要怎么看啊。结果你们竟然你跟我说一个月，一个月要检讨什么会请来都是医疗，你连通知我都不敢，连通知医疗盟都不敢，至少他们把他们那个案子带到现场来给那些医生看嘛，承认啊。你上次跟我查这些乱七八糟的案子，你要找出是谁核酸，哪个医生核酸，至少这些有问题的案子要具名啊，到现在没有给我名字，还骗我，开会不敢通知我。那个，我想哈，我在了解，委员刚提到的那个一个算是一个讨论会或者公听会，那是第一次而已，后续还有好多个，找不同的团体、不同的人来。那你也太巧了吧！第一次就找全部都是核酸医生。我上次问过你们那个健保署长说，对于这些核酸医生，你那个审查医生，你们有没有能力去监督他们 ，check 他们，他们的核酸是不是专业，是不是同行相忌，是不是侠怨报复？他亲口跟我讲，他没有能力啊。你们这个机制是有问题的机制嘛？我们都是委托这相关的医师工会他们在处理的。
什么委托相关医师工会？你的意思说推荐的医师工会自己要去监督他们的审查医生吗？他们理论上他们谁推荐？好，推荐的名字也给我。谁推荐这个审查医师？这个审查医师出了事情要连坐，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是不是？不是，我是说这个事情整个这一个审查的机制，我们大部分都是委托相关的医师团体来处理的。我跟你讲哈，你们的新闻稿为什么会激怒我？你们做了初步结论，说不需要具名，哈，二十几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谁的医生，我们国会做的提案，你跟我讲一个月要检讨，然后对外宣布说这个初步的结论就是不需要具名，然后说韩国、德国没有具名，我已经讲了，美国有具名，你为什么不敢写？美国有具名，美国是那个每一个人都可以买枪的国家呢。随时也当变变的国家呢，他们的医生都敢具名，为什么？因为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彻底的。我跟你讲，你哪安尼讲吼？美国不是全民健保制度呢？我该讲全民，而且说人家审查是有具名的，对不对？哎，那是保险公司呢，开什么玩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今天我们已经跟你讲那么清楚，这个制度有问题，你讲短了、啊。断人家生死的人出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可以申复，他们可以申复的，没有问题，他们可以申复的。我们的医生已经忙翻了，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看病都来不及了争议审议的机制啊，所以后续都还有。我们的医生都忙翻了，看我昨天还看到一篇文章，睡觉之前突然有人传给我说，他有一个住在英国的朋友说，如果他那个肠胃炎半夜挂急诊，是会被医生骂的。英国是这样的，你希望我们有一天变这样子吗？那当然不希望，他们是公医制。台湾差不多快变公益制的了，我们的医生，我们的医生每一次看病拿到了钱还不足额，不足额还要随时被删，谁删的不知道，对不对？那这个连去好好跟你 argue 的权利都没有。那这种情况之下，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只要求你做检讨，就你这个检讨会开成这个样子。没有，那个还那个没有，叫人来都 还没有检讨完毕啊，那个只是第一次的一个。第一次为什么没有把这些我讲的人叫来？你叫的都后续都会啊，他只是第一次而已啊。什么时候要开？他们跟我报告说很快后续再会开很多次的公听会、啊。你们先做成那个初步结论，不要具名，然后再请别人来开会来讲什么？没有没有，不应该是这样，他们应该是很客观的来检讨这个事情，这是我的要求。我们台湾有那么多人到世界各国去念书，我刚刚讲的那个去英国念书而且拿到英国医师执照的年轻医生，我听过他的演讲啊，我问过他，他说英国根本不会核删，他们是公医制，你只要按照规定去看病，根本不可能被核删啊，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事后核删的制度。除非你证明我没有按照那个概念、啊、因为他们是公医制，我们是一个健保制度，我们有一个总额必须要维持，就这么多钱，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监督机制、啊、部长为什么我那么生气？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跟我讲要检讨，就你检讨会议一开始邀请的人就不对、哦、我不是说不应该邀请他们，我说你不能够只邀请他们。然后第二点呢，你现在对外讲说做成初步结论，然后说核删和事后核删的这个检讨具名的这个机制被打枪，好、哦，媒体就这样报道啊。那我想媒体报道往往不是事实的。所以你第一场会，所以我刚刚讲过，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找来的人组成就有问题，结论也有问题。我跟你讲哈、哦，医劳盟哈、哦，他们都是自掏腰包去做事情。我当然知道有一些医生不喜欢他们。但他们至少做这些事情，他们都非常认真做。他们去做了调查，54%的人希望改成具名审查，45%的人认为应该取消事后审查，维持现状才1%。结果你请来的人100%都反对具名审查，所以我意思说，你第一次的会的组成都不稳定嘛？这个我跟你们报告，那只是第一次会。第二个哈，如果你的心态有问题嘛？被管理的人，他绝对不希望被管理，所以这个调查一定是这样子的。被管理的当然不希望你永远我跟你报多少你就给我多少，一毛钱不要删，不要审查。当然每个人愿意这样子、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医界都是 无理性的，不希望被管理的吗？但是他们希望合理的管理，不希望黑箱审核，他们不希望被删到莫名其妙，他们甚至认为这种。
根本是在学校医学院念书的学生都不应该犯的错，那个怎么会是他们学科大佬做的审核呢？那个写的不清楚，往往是这样的情况。哎，我都跟你说，我不是医学院的学生，我也没有受过什么医学的训练。那个中文写止痛针，后面和山理由竟然说没有必要使用抗生素啊，止痛针连中文都看不懂，他一定会有一些出。就是有一些特例啦，那我们当然要检讨这个方面。不可以不具名嘛？如果你具名了，会出这种问题吗？这个我们要评估它的优跟劣，就是具名有具名的好处，不具名有不具名的。你第一场有没有去谈具名的好处？我第一场我没有参加，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不过他们跟我讲，这只是第一场而已，后续一定会有很多检讨。你第一场就开错，第一场该请的人就没有请。然后你请这些要被检讨的人，我不是说这些人都有差错，我相信这些人都是他们业界的翘楚。但问题是，这个黑箱，你躲在暗处审核人家的人，他当然不希望具名啊。跟委员报告，这些人他们都是也是医疗从业人员，他们都是专家，而且都有一定的这个status 的人。来，理论上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的 agenda 抱在身上去审查这些，但是难免审查的时候会有一些出错，这我承认，可能会出错。就因为难免出错，所以必须具名啊！你出错的时候，我到现在跟你要说这些出错的人家都贴在脸书上这么久的是谁？你到现在医生的名字也没给我啊！出错的医生就应该公开认错是谁？连抗生素、止痛针都分不清楚的这个医生是谁啊？你告诉我啊！中文呢？我想我们要考虑到整个的这个机制、不是一样哎，我这个不是特例哎、是不胜枚举呢。强心针当成抗生素，那是一个错误啊，那是一个错误。但是我必须强调，是谁啊？谁会犯这个错啊？告诉我啊！然后那个把那个食盐水核删掉，叫那个医生把肝粉打进血管里，是上架领搞嘛？这个不是一件哎。你要我一件一件举吗？那个抽血检验的项目把它当成治疗药物，然后说你这个案子不需要治疗，所以把它删掉。那医生都很俩公啊，这不是一件呢、欸。肠胃炎，我讲个人够吐嘞，叫伊讲一定爱用口服，讲这并非无法口服，所以你袂当用这个药啊。我跟你说啦，保定，对不起啦。今天我知道这不是今天的主题，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事关多少全国医界。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这是全国医界的共识，黑箱核酸的痛是全国医界的共识。结果你们完全不当一回事。没有，我们绝对是当一回事。第一场会开成这个样子，我不接受。我们非常审慎的在评估这个事情。公务员报告，委员有做这样的咨询。你第一场会开成这个样子，这个组成我就不相信你是神圣的啦。那只是第一场而已，那只是第一场而已嘛，后续还会有的。我们一定会请各界人士来。你下次要通知我。可以，没有问题啊，请委员参加。不好意思啦，主席，刚刚是程序发言。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啦。没有，我可以补充一下吗？我想哈。申报的医师就是说你在处理病人的医师应该是病历要写清楚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同意啊，审查的医师要把你审查的理由也写清楚，也写清楚。你是怎么要给人抬？我像你刚才讲的，几天要动的抗生素，那是离谱啊！那是为了三而三的话，说这是要不得了。所以就是说，你要申请的人，你把病历写清楚，病历说很详实。然后要核酸的具名不具名，可能重要性没有那么高啦。但是呢，你要核酸的理由，你要也给人家核酸都要写好足清楚嘛。讲我现在要改核酸啊，你这差不多点滴是咪注伤多？我改加你报十罐，我改你抬两罐掉，是啥物？我认为无需要遐尼侪罐，吼，有可能的，即个你要写好清楚。然后他事后的机制就是可以申复嘛。申复他就去写说你为什么删我这个数量，我的理由是
我要申护的理由是，我是认为要这个量才够、哦、那这样的话，申护是另外的意思，不是原来的意思。所以原来的机制已经乱了20年，是当然是层出不穷的纠纷、哦、但是可能这个是好的方法了。那你自己说，如果要每一个都具名审查医师、哦，我想没有人会干审查医师的。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具名的话，他抓到绝对是大条，因为你记得细节上面，为了细节上面讲抓抓，到自己都出差错啊，闹会闹大安呢。我刚刚来主席，我之前我质询的时候我就讲，我参加了无数的环评会议，即使像国光石化这样一个案子个案5000亿的审查案，所有的环评委员都是定名定姓呢。是上翻底上一楼上要求要补充什么会，那个是从头到尾都是公开的呢，对不？你们的要害基金，我上次也讲过了。陈建仁当时我记得是杨志良把陈建仁前署长请来坐在这边，说要害基金的审查不要具名，那些审查委员不要公开。陈建仁前署长还跑到我前面说，我不要坚持，我坚持的结果当时。大家都说啊，我这个如果只要要求具名，那些委员一定大概让张奥伯半个，无人要走，就没有一个走掉啊。理由是说，这些邀请他们的时候没有告诉他们要具名，所以我们现在突然要人家具名，一定大概让招了了。我说我不相信全国找不到人，如果具名的话，找不到人来当要害这个基金的委员啊，没有一个离开啊。具名没有那么恐怖嘛。你 run 20年，出了这么多问题，你还要继续维持现状，继续错下去吗？不好意思啦，我问两个，主席，我问两个跟今天相关的议题啦，哈，不好意思，那个，我现在想要请问那个目前哈财团法人的主管机关到底是谁哈？是不是谁可以回答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财团法人哈。有有这个环保，有环保的哈，环保的这个财团法人哈是环保署管嘛，那社政的财团法人是卫福部管嘛，那教育的财团法人就教育部管嘛哈。但是我们的财团法人哈有一些都是一致的哈，譬如说董事会的组成、财务管理的规范、年度计划书、年度报告书的提供、法规的解释，这些业务都是同样的。所以我们认为说应该有一个熟悉人民团体运作的那个部会来当那个主管的机关，那到底是谁？财团法人现在目前，对，这就刚委员刚提的，这个社福就是卫福部，那个教育就是教育部，所以就是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我们如果要通过一个财团法人法的话，我认为说内政部的这个合作及人民团体实施啊，是一个适当的哈，因为这个来我们是那个副主任是不是？我们内政部次长，对不起，谢谢内政部次长跟法务部次长。谢谢市长，请还有法务部次长。哎，包委员，目前哈我们如果把法人分成财团跟社团来讲的话哈。财团这一块、欸、我们是分散的方式在管理，都是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那至于说那个社团的部分呢，我们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我们内政部这一边，就会务的部分来主管，那个其他业务的部分还是回归到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所以说如果说要把现行的目前对于财团法人的管理机制要做一个、这样一个大幅度的调整到内政部来，我是觉得可以再多跟社会上再讨论一下啦，因为这个可能还是管理上还是会有一些漏洞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谁是主管机关，我们的财团法人法没有办法在立法院完成审议了。我觉得大概不通修一提，因为财团法人法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现在散在各个这个部会，当然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方式了，但是也衍生非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是认为说这个是不是我们就今天大家讨论一下哈，主管机关应该是那个内政部，那之前的是社会司嘛，现在是合作跟人民团体司这样子。哦，不是，包委员，现在目前财团法行政院的版本还是由法务部在草拟当中哈，它的机制目前还是用分散式的了哈。那整个来讲的话，它登记的主管机关还是按照它的性质去做登记。那至于说会务的部分要如何来监督，未来是不是整个要
集中到我们内政部这边来，或是到指定某一个特定的部会，我们再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再来做这个决定。所以你们目前你的那个财团法人法的草案还是分散式的，是吧？对对对对对，还是分散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这样有办法管理吗？事实上，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财务的问题。财务这部分是我们最关键的，这部分如果能够做得好，我想我们整个法人制度应该就可以管理得非常棒。这样子，现在我们那个社会福利财团法人的监督，那是由这个我们社家署嘛，我们社家署依据民法第32条授权制定那个卫生福利部审查社会福利业务财团法人的设立许可监督要点，我们那个社家署，嗨，谢谢。你们这个是多久评鉴一次？我们3年评鉴一次，对社福基金会财团法人的部分。因为你们这3年评鉴，有些地方是3年的评鉴，前2年完全没评鉴，叫第3年整个评鉴嘛，那台北市是分成3年慢慢评鉴，你们到底有没有同意？我们是针对全国性的跟省级，以前还有台湾省的部分都移拨到中央来嘛，所以我们会就这个200多家的基金会分3年，就是3年会一次大评鉴，可是我们平常会去做业务的督导跟财务的查核，每一年都会有那个分3年把它那个财务查核完毕。那你们那个评鉴报告呢？哪边看得到？评鉴报告有上网吗？没有，目前有吗？评鉴的等地有上网，但评鉴的内容，我要的是评鉴报告呢。评鉴报告会送给那个被评鉴的单位，那他们会有一些可以看到说委员在评鉴的时候，有一些的。所以你们只给被评鉴的单位跟评鉴委员可以看得到吗？对。为什么不把整本的评鉴报告上网呢？因为可能有一些那个是要符合政府资讯公开的这个部分，还是符合的部分才会。哪里你们上网的话，哪里会违反政府资讯公开法？那个评鉴报告，因为当时是有可能会写到非常 detail 的东西，所以可能要再检视，如果需要公开的部分才可以公开。来，我们今天做一个结论，你的这些报告，除非你们确认说这里面的部分哪些部分，不符合政府资讯公开法，否则其他全部上网公告。我想如果是委员需要去了解他们的部分，那我们是可以提供给委员呐。因为连陈洁如委员都要不到，这个真的是比国防机密。已经有送给陈洁如委员了。真的吗？有。因为他跟我说他要了好久，要了好久，但是因为那时候评鉴还没有，报告还没有出来，之前的有先给，那是当年度的，因为他。那为什么可以给我们委员，不能够上网呢？因为委员有问政的需要，是可以来调阅资料，可是我听说是上次公告之后，让大家看到慈济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募款的盈余，所以就变成没有办法再。他的募款的部分本来就公告的，募款在那个社公司那边，他们本来就有一个劝募的一个资讯的系统，那边是会定期公告他们的一些募款的状况。我们是认为说这个因为你们的这个评鉴委员也是由公家的，由你们来邀请嘛，对不对？你们邀请，然后这些评鉴委员的车马费也是由我们这个卫福部来支出嘛，对不对？那用我们公家的资源所进行的这些评鉴活动，事实上根据政府资讯公开法，它就应该上网公告。那如果你们认为这些评鉴有一部分是这个不符合政府资讯公开法的话，事实上我是觉得说你们可以把这地方遮起来没有关系，但是其他事实上应该要上网。这个我们可以来看看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啦，我想这个是可以来讨论的。好，还有一点对不起，那个再30秒，就是我们现在因为给我们的这个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关或者团体免税免纳所得税的这个适用标准，我们后来发现这些规定
竟然是说哈，这个各项活动的支出不得低于当年年度各收入的60%，哈，就可以免税。然后呢，这个财团法人设立及许可及监督要点第十四条又规定说，基金会每年可以提拨年收入总额20%以下作为业务发展基金或准备金，也就是说，当年度只要发挥不要超过。花费只要超过40%，就不需要课所得税，变成一个很大的漏洞哦，变成一个，然后这些呢就变成什么？我们后来就发现有一些基金会，它的年度盈余太多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所得拨入他们的母基金，然后就造成说他们的花费，所以就可以不用课税了哈。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些年度盈余过多的这些团体呢，他们将所得拨入母基金，是不是应该要有个比例？我知道这个陈委员很关心，跟田委员也很关心这一块哈。不过这个因为涉及到人民权利义务，基本上应该是要有一个法律的规范。这个或许未来可以在财团法人法里面，你们应该去研拟吧。在财团法人法里面，我知道陈委员这边有提一个财团法人法草案，是想要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了。那这个基本上是可以去讨论，也可以让这个基金会的运作是可以真的用在社会福利的面向上。对，司长，我们的用意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基金不应该成为一个避税的避风港。那你这个拨入你的这些盈余拨入母基金之后呢，事实上还衍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根据我们那个监督要点第六条的规定，财团法人仅得动之捐助财产孳息，不得动之本金，所以他拨入之后，这个本金有没有包含后来提拨进去的部分？基本上是他会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母基金在啦，哈。他后来提拨进去的不算本金嘛？目前是这样，不算本金，所以他进去以后，他还可以随时拿出来用嘛？对，目前是。所以我刚刚讲的所谓一个非常安全的避税的避风港的意义就是这样子嘛。他把他纳进去之后呢，他可以避税。然后呢，他避完税之后呢，他又可以把他从母基金里面把这个钱再提出来再用嘛。那我们的国家事实上就双重损失嘛。你捐款者可以进行所得税的这个扣税，那钱放入母基金，国税局也课不到基金会的所得税，那就变成国税的双重损失嘛。这个因为刚刚有跟委员报告，就是这个涉及到人民权利义务，要以法律定之。那我知道说目前的财团法人法草案委员提案的版是有希望能够把它放进去，那这边可以让我们的整体的基金会的运作是真的是用在我们社会福利的用途。就我们讨论到目前为止，你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吗？我们是支持啦。那我们两位次长，对，其实包括委员，财团法人他基本上他所有的收益啊，或者是捐赠啊，这个都是属于公益性质的。好，在除此之外的话，如果说他是涉及到所谓的营收，会有其他利益的利益的给予的话，我觉得认为说应该是要课税的哈。但是这个如果因为涉及到很重大的权益的问题哈，我觉得都应该要给他。我现在谈的就是说，这些多出来钱要拨进母基金，要应该有一定的比例，好。譬如说啊，只能够限1亿啦，哈，或者是说限他这个不得超过年度所得的5%。我不是说完全不可以，但是你要有一个比例，不要一次拨60亿进去。因为像那个王雪红的那个威盛兴旺爱慈善基金会，1998年成立的时候是3000万，2007年2亿4000万，2010年母基金突然变成65亿9000万。那个就非常的明显，他就是避税用的嘛。那他已经够有钱了，然后我们国家还让他避税，然后我们国家双重损失，我就是没有道理嘛。今天我在谈的是这个问题嘛。是那个包委员，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谢次长针对我们行政院版，针对这个财团法人有关于课税的部分，他有一套机制。好，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财团法人法现在还在行政院研拟中，那委员这个意见呢，当然我们这边的财务的监督，我们就希望他不能够当作避税，也不能够掏空这个基金。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想这个意见呢，我们在这个草案里面呢，会加以慎重的考虑。是，次长，谢谢你。我们在行政院应该非常仔细讨论这个。我们现在都担心台湾的财政西大化的问题。
好，我们 不必要扰民，不必要多课的税，我们不应该课。但是我们该课的税，我们不应该让有钱人反而变成一个避风港，一个非常安全的自在进出的避税的避风港。好，谢谢。好，谢谢，谢谢两位次长。好，接着我们请许天才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教我们内政部的代表。内政部是次长邱长赐。来来来，邱长赐。许委员好。现在这个依法登记的成立的财团法人呢，现在有多少数目？包委员，财团法人这边我没有数据，内政部主管的目前这边是社团的部分。那财团法人谁主管呢？财团法人现在目前是分散在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那里面总要统计一下，分散的要总统计一下。你现在要修这个，要立财团法人法，但现在哦。这个还没有法就先开跑的，跑到现在多少人在跑，这没有数字，这个不是笑话吗？那光这样财团法人法，人家不就对你没有信心了？对，包委员，你要立法，要这个务实，而且要前瞻。务实的部分就是现在的状况如何，哪些要透过立法加以规范，好，才不会延伸更多以及更恶化的弊端。好，那未来怎么发展？所以你要应该用法去规范，那扶他这个回归正轨，以后才不会越走越偏啊。那你现在连基础资料都没有，这开什么玩笑？哦，立法哦，用这样随心而意的，难怪不会通过。这个数字没有啊？那个包委员是不是这个？那好了，法务部次长那边好，来报告一下，法务部是吧？好，多少？数字多少？在目前呢、啊，新设的财团法人呢、啊，我们这边统计的资料，从民国1992年，到102年这边呢、啊，有6057家。6057家，这新设的这个法人。新设的。新设的财团。新设的，那原来成立的呢？这个就整个统计起来。累积的。累积起来。累积到现在六，到这个2014啊。对。到去年是吧？6057家。那6057家哈、你们去分别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去了解，它到底是还在运作，还是只挂一个壳子在那边？好、这个有没有？这不是考绩甲乙丙，不是那个问题啊，是它真正有没有这个 effectively， 真正有没有 actively， 好、的问题啊。这个因为有没有在活动哈？然后活动有没有效果？那效益多大？大家都担心了、财团法人财大气粗。那现在上市公司也成立财团法人，那也捐赠，这很奇怪啊！拿大家的钱去捐赠成立基金，基金呢，变成私人这个怎么讲？变成自己的小金库。然后董事长、什么执行长，里面什么长，都是他家的人。那他家呢，大大小小用的、支出的、进出用的车子，都是基金会提供的。那这不是开玩笑吗？政治人也这样搞不是这个财团啊，不是商业界这样搞啊。那有一天呢、宫啊、庙啊、寺啊，越来越多，那他加入以后抢庙产，占基金会，那总结的结果会怎么样？这个国家会失之则众，生之则寡，国恒亡，台湾经济沉沦，这个也是一大区块，问题之所在，不可以不管吗？对不对？所以你们那个什么社会，来，让我问那个，卫福部好了，来，
啊，两位回座了哈。问个知影问题底啊，国家，你哋人啊，这个时代啊，21世纪有这个政府吗？有这个国家吗？哦，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哦，比200年前的资本主义还烂。社会福利，义务支出6000个菜啊，我基金100亿，哦，今年募款多少？那用60%就可以哦。如果他基金基本的固定的。基本的跟固定的这个基金已经过的话，哦，经费已经过的话，他募进的钱要90%甚至100%用出去，不能用按百分比啊，要是百分比的话，越来越偏越大啊，就不合，我们弄到最后就不合乎他设立的原来宗旨啊，是不是有这个问题？这个60%是税法上面的规定，不是？对啊，但是你这边哦，在考绩的时候，你要合乎60%，哦，我给你募10亿，60%，我6亿出去，但4亿去做，哦，非真正社会福利有关的这个事项，啊，我1亿，啊6000万给用出去，4000万，啊4亿跟4000万，这4000万也许维持他基本的，哦，这些经费运作等等等等都已经够了，为什么要4亿？这边就出现问题，就出现问题，哦，那刚才看到了，所以哦，基金会不要把这个基金会本来哈，哦，财团法人基金的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是一个修正，哦，他们要建立公信力，那不要被滥用误用以后。以后呢，大家对这一个，哦，资本主义修正所需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它的公信力也荡然无存的时候，那就瓦解了。哦，仇商为什么要仇商？没有商人，哪有工人？没有照顾工人，商人怎么活？都是过渡而已啊。所以这些都要努力的哈，哦。所以我说台湾要重来。走到现在重来，好可怜哦！但是不重来，以后更完蛋啊，真的要重来啊！2016年是台湾变成一个像样国家的元年。那如果上来的也没有时间，哦，也来不及，能力也不够，经验也不足，那要改革，要第一年就好的开始，没办法，哦，合乎这个标准的话，那以后就更烂了。你看他马凯经济学教授马凯啊，他说台湾经济不是沉沦而已啊，不是衰退沉沦而已啊，是要崩溃啊。你相信吗？不相信。所有的指标通通亡国灭种的路向走，哎，哦，哪一样指标可以让这个国家看到未来充满活力希望？生机的都是往下，欸，8个委员会跑一跑，认真的委员一看这国家怎么办，包括这个委员会都这样，哦，原来没有的疾病现在越来越恶化，原来有的也恶化，国民健康以前笑人家东亚病夫，现在台湾是不是东亚病夫啊？不是吗？不是为什么什么疾病都是世界第一啊，连社会福利不要搞假的，挂羊头卖狗肉，哦，这个是奸恶之治啊，那政府就要负责任呢，这个，有没有罚，可以很多全国其他地方细节去抓啊，哦，公务员不小心2000块6000块就贪污罪啊，哦，他可能几千万这样搞没有罪吗？从实质上没有法，从实质上，哦，有没有变性，有没有诈欺，有没有伪造，都可以哦，这个产生后子作用啊，只要抓到一家抓了一件，都可以产生后子作用啊，这些都是智慧型犯罪。如果犯罪的话，我不是说所有基金会有问题哦，很多基金会真的没有它不行的，对政府、对国家、社会帮助是很大的，辅助性是很高的哦，没有错吧？所以你现在至少你每一年弄出1-2家真的
让大家挑剔不到他缺点的，来告诉国人说这钱要赚的，没有，没有，对不对？好、哦，那有些事他什么都做得很好，一点小瑕疵，好、哦，结果被弄的被这个媒体啊、舆论啊攻击的体无完肤，这也不公平啊。但是也不能纵容啊，只是过度的话也不公平啊。那其他更坏的你看不到，类似这些我们要共同面对的哦。6057家基金会，到目前为止我不敢成立基金会，好、哦，我不敢成立基金会，为什么？好、哦，我自己知道，天知地知我知，我为什么不成立基金会？多少人欠我要捐款，成立基金会一起来。重生二十几年，都是自己 一步一脚印自己选举的，我没有社会声望吗？没有社会人脉吗？为什么不成立基金会？你财团法人法弄到大家有公信的时候，我登高一呼，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基金会，很大的基金会。好，共同检讨，谢谢。好，谢谢委员。接着我们请徐少平委员发言。好，主席，我们请法务部次长。哎，次长请。委员好。次长，刚刚听了几位委员的发言，我们真的 很心痛啊。那许天才委员刚刚讲，他不成立基金会，他就看到基金会里面很多的诟病了啊。那我们财团法人法啊，在刚刚你有报告102年那个时候有曾经召开过啊，但当时有法了，后来啊现在又觉得这个法不周圆，那么也经过好，是吧？目前还是在行政院当中，是吧？那是上个会期有在这个答应，是上个会期，上个会期，那因为届期不联系会回去，我们再那正会期为正会期拿不出来就对了，还在研议，还在行政院开了几次，七次，开了七次，对，开了七次会议。那最主要的为什么还拿不出来？最主要哪几个原因？因为他可能跟他那个整个基金的形态啦、建筑的方式啦等等啦，有一些机关还有一些意见。那这个意见呢、啊，我们希望就是能够统合，大家整合了以后，然后弄一个比较完善一点的这个规范。这一届 是不可能的哈，剩下没多少天、嗯，那最快什么时候能出来？哦，这个原来还在行政院中。我觉得真的不能慢呢、欸。是，真的不能慢。刚刚看了那么多的弊端啊，那么多的弊端，真的我们其实不懂的人也知道基金会在做什么。很多基金会，尤其大财团都有成立基金会，最主要是避税嘛。这里面很清楚啊，刚才这讲的那么清楚，啊，那个基金，我在想，我现在突然想一个问题，有里面没有表扬过那种很好的基金会的，这些基金会有没有表扬过？哦，那可能各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因为我们财团法人现在呢。就是由、這個、分散在哎，分散在各目在各个目的事业，各教育部、卫生部等等各个部会。那他们有没有？他们有监督嘛？对不对？哎、对。那有没有表扬？我应该有吧？我讲应该会、那個。我不知道，我们看卫福部有没有？哎、来、哎，那个部长。今天内政部也提到有那个表扬的。内政部在不在？内政部有表扬的。我突然想到，有没有去表扬那些示范的最好的基金会？那有没有公布那些？最差的。现在包括委员，现在基金会我们内政部表扬的是主要是社团跟职团的部分，我们都有在表扬。没有表扬，财团。财团法人部分是由各目的事业主管部会，像卫福部，它本身属于福利事业的部分，它自己有一套表扬的机制。那当然，表现不好的，有一些问题的，他们有一些相关惩处的规定，也都有定。那卫福部有没有表扬好的基金会？每是不是多久表扬一次？每年都有表扬吗？原则上算是有了，因为我们把它分等优等、甲等、乙等、丙等这样的方式，所以在优等它公开的让大家知道它是属于优等的。每年都有表扬吗？
三年评鉴一次，大概有大的嘛，对不对？对，36%。那最近的三年是什么时候的？哪一年表扬？103年。哦，103年。对。那最好的是哪个基金会？最好的，我们只有用优奖。那优等有。举个例子，我听听看。88家，36.2%。有那么多哦？有38家。88家。88家都是优等哦。因为我们有243家接受评鉴。哦，接受评鉴的。对对。里面有36%，大概三分之一。那假设优等的话，就像我们平常所知道那些诟病，应该都没有了吧？比如说，它里面安插一些人，然后就是不做事的啊，还有避税的方法啊。那么刚刚我听了讲说那个什么那个王雪峰他的基金的母金由3000亿变成56亿，哇！三千万变成五十六亿，变成65亿，这不是避税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嘛。真的，我觉得真的很乱呢。好，那你们下去，你们有表扬是吧？有表扬。那这些表扬有88家，2200多家有88家。对。哦，因为它是用评鉴指标。用评鉴的，那评鉴里面呢，我们所平常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缺点，你们评鉴里面都有吧？有没有用心不当的人？应该都有纳进去了。像103年度优等的有创世社会福利基金会，自己董事包工程啊、哦，然后呢安插一些私人安插一些坐领高薪的这些不相干的人啊、哦，然后呢这个财产的移转啊。哦，这个就是赠与税之类的、遗产税之类的。如果被查到的话，当然不可能优等。都是评鉴的一个项目吗？是当然。有吗？有，有吗？我们做财务查核，对。都有吗？是财。哦，那表示说这88家都没有那些这些我们外面一般人所熟悉的这些诟病都没有。应该是如此，对。应该是如此，都没有。是。那很伟大哎。啊，我都不太相信哎。好，你们请回。好，谢谢。好，那个次长，好，我在想啊、哦，这个，很多这个政治人物啊，利用这个财团法人呢、啊，累积他的政治资源跟他的财务了。比如说，有很多人在选举的时候，小额他会用政治现金啊，那个开这个证明，但是真正的大额啊。都是放在那个这个政治现金都是放在他的基金会里面，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外面都晓得都知道的，那有这么多的缺点，我们这个财团法人法是不是要赶快修啊，对不对？其实那个跟委员报告哈，其实阳光还是最好的防腐剂啦，对啊，所以把它都透明公开定期的去做一些查核，这应该还是最根本的办法。对，我刚刚讲像这种假公济私啦、哦、这些弊端、哦、怎么样去纠正它，而且财团法人他的钱是哪里来的，他用到哪里去的，做了什么事，用了什么方法去做这些事，这些 都是必须要知道的嘛，要监督的嘛，对不对？那你们现在的这个监督机制就是由 各个目的事业机关去做监督的一个方式，对不对？好，那就是多头马车了，每个人监督都一样吗？监督的方式都一样吗？它是有共同一个。包委员其实不至于说会有多头马车的问题，因为每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对他所主管监督的财团法人他都有一套做法，而且我们财团法人法现在草案里面所拟也是分散式的、哎、没有非常清楚说你每一个年度什么时候要申报财产要经过会计师的签证，这个都有，这不会有问题，甚至所谓的董监事你的几登几薪等不能担任，我们这边都有规范，这个东西其实我们都有了，所以说也请都有了，可是弊案还是有了，因为我们弊端还是有啦，弊端还是有啦。好、哦，那就是监督的不透彻啊，或者用什么什么什么方法啊、哦，它还是存在这些弊端嘛。哦，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财团法人法要赶快了哈、哦。你现在还是采取分散式的嘛，对不对？嗯。好，那请你们回啊、哦，谢谢。再来那个部长，卫福部长。来，部长请。
我们现在谈谈那个这个今天的公益劝募了哈。那公益劝募到底"公益"这两个字是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有利益的。对不特定的多数人有什么有益的？有益的，对。有益的，这是就是公益了。对对。就是公益了。是。那好，那现在呢？这个公益团那个劝募团体，当然他就是要募款嘛，对不对？那募款他一定要做一些公，就是要做公益嘛。所以刚刚讲做公益就是对不特定的人哦，不是某一个族群或者某一个特定人，不特定人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对不对？他的募款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做这个公益的事情啊。那我们也曾经这个现在公益的劝募条例已经实施了七年，对不对？对不对？可是实施七年呢，是不是觉得发觉这个条例真的是很要必须要大幅的修改啊？我看我们行政院本来是大幅的修改，许天长委员是大幅的修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的真的很多人是不了解，怎么连台大的那个领导学程啊，他这个例子是最可笑的。他为了要爬山，他去对外企业募款。那连台大学生都不懂吗？那个不属于公益啊！啊，对，不属于公益嘛。你要去爬山，你要自己掏钱呢、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去跟企业去募款呢？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连大学生都不知道，这引起很大的这个讨论了啊。那我们要问的就是说，那个公开的征信是不是也很重要？你劝募团体对公开征信是不是很重要？是。现在是多久？征信一次，是每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都不一样。谢谢委员的垂询哦。目前依我们公益劝募条例是，每六个月要公开征信。那不过它是有一个状况是，如果是你劝募活动哈，因为我们通常要募款会有一个劝募活动的期间，劝募活动的那个期满三十日内。他就要把劝募这整个活动的收入的一个情形就要公开公告在公告了嘿。所以你现在不是有改成季吗？对，那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们也与时俱进哦，因为现在对于这个查核的机制要提高，所以目前我们未来哦，只要是他劝募的这个劝募款的这段期间的话，就是每个月一次。那至于如果他每个月一次哦，对，那以后如果财务募得以后在使用的期间，未来我们会改成每季一次。对，我这次新修法，对，把这个频率拉高了，拉高了，是，当然是很好啦，你这个透明度。就更透明嘛，大家这个就很快就知道你这个财务透明啊。可是每个月一次，会不会太有没有什么缺点？因为现在目前是这样，因为我们刚刚提的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它对外广告啦，或者去募款那个期间，我们希望它还是每个月就出来，对。那假设募的款太多了，你没有什么机制？对，比如说你原来募准备要募二十万，或者问募一亿，结果你募的太多了，有没有个机制截止它？有没有这个机制？你们现在新的那个法有没有？新的有喊停机制有。有喊停机制有是吧？新的好，谢谢，我时间到。谢谢委员。好，接着我们请杨耀委员发言。谢谢主席，主席，我请一下蒋部长。来，部长请。杨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我今天先就那个公益劝募条例的修正部分哈，跟部长做一些探讨。其实本席原本有提公益劝募条例第七条的修正，当初的想法是说，为了要有效的规范跟整合统筹资源哈，希望各级政府也应该要具备，就是公开劝募的时候也应该要具备相关的计划书，然后向中央机关来核备。那
行政单位有过来沟通，大概就是认为说这个修法的提案会造成一些不方便，对不对？对不对？是他机动性不足，机动性不足是。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它本身就已经受到预算法、会计法等这些法规的这个规范了，所以也审计部也会去监督，所以我们觉得好像不是很需要向中央主管机关再来核备。这个跟预算法的那个比较不一样吧？它受到预算法的规范密度很高吗？规范力很强吗？有没有？啊，很强啊！全部要纳入预算，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还是决算就可以？他预决算那会计吧，预决算应该都要。紧急事变他怎么纳入预算？他，或者哎，对对。好，谢谢委员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哈。那我想特别跟委员来报告哦。那个我们这一次确实委员有提这样一个提案，希望说政府各级政府如果对外劝募，因为现在各级政府在公益劝募条例当时1995年定的时候，事实上已经限缩他可以募的对象的时机，那就是只有在重大灾害跟国际人道救援才可以。所以他的时间点都是很急迫的一个状况。那至于一般的劝募，他是不可以劝募的。所以我才说，假如是因为紧急，所以还要备妥计划书经你们核备，因为这个理由本席是可以接受的。可是你们刚刚有讲到预算法，所以我大概有问一下，就是说他跟预算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部长刚刚讲他受到预算的规范嘛，紧急事变，他可能先纳入预算吗？不可能啊，对不对？对。所以我就这样子讲哈，就是说，假如说因为紧急应变，好，所以本席其实是同意把这个案就是不提的哈，好。那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因为它有急迫性，所以不做事前的规范，那中央主管单位机关怎么确保地方政府劝募财物妥善利用？怎么确保？好，谢谢委员的垂询哦。我想目前是这样，原则上如果他募款的时候，在政府部门，他必须要在动用的一个方向跟用途哦，他必须要组织一个管理委员会。像现在重大灾害在使用的时候，除了政府部门的代表之外，还要专家学者，还要那个灾民的代表，那来做一个第一关卡的一个机制的稽核。那后续的部分就是说，他募得的款项在目前现有的机制，他在年度结束以后2个月，他就要报到上级主管机关来。是，我无意为难你们哈，不过我是有一个问题必须要先点出，就是说地方政府哈的大小其实差很多。好，现在大概假如说以台湾的经验，可能都是只有直辖市有曾经以地方政府出来做公开劝募过。假如说是像澎湖、云林、金门、马祖这一种比较花东、比较小的地方政府面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主管机关必须要介入协助的。好，因为他们可能在人力上跟经验上都不足，所以你们还是要介入协助的。好。那不管是中央政府对于我们劝募团体所得的财物，假如没有执行完毕，剩余财物怎么处理？剩余财物。好，谢谢委员的询问哦。那我想，事实上确实会有剩余财物的部分哦。我们现在在法也有明令哦，
他可以拟具那个财务的使用计划书，就剩余款要同类目的，就是当初他对外劝募的目的是什么？那拟具同类目的可以再执行三年，可不可以转正？目前是这样哦。不能转正。可是如果说像目前有一些是他一开始在，如果他原来拟定的财务计划书就是要用在譬如国内的项目，那他的同类目的就是在这里。那譬如有一些团体很可能他会捐赠，在重大灾害的时候他从国内募捐之后会转捐到国外，目前的例子是这样，是可以吗？是目前在我们新的这个法里面是因应当时在立院的时候也有执行，我们有列进来，有列进来。就是说以后只要是团体募的，国内没有用完，可以。这个部分哦，再跟委员报告哦。如果他当初就是国内募款要用在国内，那就不能用到国外，那已经是不是同类目的了。你们为什么想要把它放宽到可以到国外？你们现在有提案修法吗？对，要把它放宽到可以转正到国外。是不是？对，这一次是针对如果他原来的劝募计划里头提到说他募得的款项要转捐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捐益计划里面就要有，还是要计划里面就有？就要有。可是计划怎么向社会大众做说明？通常在劝募的时候，他大概不会讲到那么细，不会讲到说我这个这一次的劝募，假如有剩余，可以转到国外。对不对？好，那就有一个问题，就有一些捐赠的人，他的本意可能并不想用到国外，这个是有可能的，对不对？那怎么解决？谢谢委员哦，我想委员这个问题目前在现行的法里面事实上是有明定的。那许可办法里头特别有提到，它可以变更财务的使用计划书。可是我原则上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当时的劝募如果在国内，你还是不能出去。它变更，除非你一开始它变更必须要你们核准嘛？它要经过我们核准，对不对？这些都是最少还有事后的一个监督嘛。你假如说修法以后，就自动可以把要捐给国内的物资捐到国外，还是一样要。要给你们变更计划书。跟委员报告，如果在公益劝募条例它立法的精神里头是，如果要对外公开劝募的话，它要高密度的管理，所以它在申请募款之前要提出一个它财务的一个劝募的活动的一个计划书，财务的使用的计划书，让你们核备嘛。对，通过之后，那至于刚刚委员关切就是说，那明明你捐了之后，为什么还可以转？你如果用在同类目的改变的时候，都要再公告一个月，因为有些人不认同啊，那你就要归还给这个捐赠人，是目前的现有的立法里面就已经可以做到。对啊，当然就是说募得的款项也好，物资也好，把它做最有利的使用，这个是大家都赞成的啦。只是说有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当初捐赠者的本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也是只能靠你们来把关啊，因为他可能还是要送核定计划书，变更的计划书给你们核定嘛，是不是都要送？还是修法以后不用送？跟委员报告，这些机制都还是在。其实修法之后的管理更严格。那不过我们现在今年年初有一个公益劝募的一个系统出来了，那个系统会主动的在这个法的每一个节点都会主动通知那个劝募团体，你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动作了？因为过往是用人工比较难查核，那现在我们用公益劝募这样一个系统下来，其实是可以让劝募的一个团体更知道这个整个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又可以做查核。好，我最后还是跟部长讲一下哈，就是说这种公益劝募啊，其实在台湾民间的力量真的很强，那想要从事公益活动的人也很多，好，可是行政机关在事后的账目跟捐款的使用追踪的把关上，一定要很尽心尽力，因为这个会影响到后续的劝募，好，你假如说有一两次没有把关好，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出来，那会影响后续的
的劝募成果，好不好？好，好，谢谢部长，谢谢主席。好，谢委员。好，来，接着我们请费宏泰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在场的各位女士先生啊，大家午安。主席，帮我请一下蒋部长。来，部长请。委员好。哎，那个部长好，请教一个小问题，但是影响很大的哈。在今年7月19日啊。有好几家报纸也都登过哈，关于啊通便剂，通便哈，通便剂，晚肠剂，就这个学名叫晚肠剂哈，因为这个因为小厂呢无法通过新的认证哈，所以市场从年初就缺货，到了7月中的时候大量缺货。那我看媒体的报道，其实在11月初。也登过一次，也登过一次，说现在感觉上和缓多了。你对这个事情的了解程度怎么样？或者是哪位同仁可以代为回答？今天我们现在市场上到底有没有缺货？今天食药署的同仁没有来，但是当时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注意这个问题。那当时缺其实是缺比较特定的那个厂牌了，对，那 也不是完全没有取代的。那个部长呀，我这一两天研究了解得很清楚哈，所以麻烦你们知道的人回来答来回答。现在缺货的状况怎么样？今天食药署没有在，可能没有人可以这么详细的回答，很抱歉呢。部长，天气从昨天啊开始慢慢凉，明天会很凉，是啊。到了冬天呢，尤其是有便秘的老人，所谓的现在老人50几岁啊，甚至60岁，他可能会有三高嘛，啊，当有三高的时候，便秘不出来，很容易就中风啊，啊，甚至年轻的人他长期有便秘，他也必须得靠这个。我光昨天在菜场就有两个人，完全不认识的两个人，就跟我抱怨这件事情。光昨天一天呢，我在市场一个市场，就有人过。上个礼拜也有人跟我讲这个事情。哎，我这个上礼拜回来一看，报纸登不是现在没有问题了吗？啊，现在好像补货都补得差不多了。你们也要求公民会要去查啊，是不是有哄抬的事情？好像感觉今天是24号，一天，我在一个市场就两个人跟我讲。他帮他爸妈买，部长，这次虽然你们觉得是小事哈，这个影响的真的很大。你要不要先听你的同仁？我让时间跑没有关系，把他讲清楚。你跟我讲这个问题现在到底状况怎么样？你要不要回应？好，你来回答来。鲍委员，我因为 FDA 江署长，我刚问哈，他说现在都没有缺货，因为他也去那个康氏美，你确定都没有缺货吗？对，刚刚江署长说没有缺货，然后一个月呢可以制造700万颗。好，我昨天是在哪里哈？我昨天在永春市场，我在这永春市场那个附近啊，啊那个附近，不要远，周围100公尺的药房，你去看看，你今天就去看看。昨天我在那个地方，真的就是两个人跟我讲啊，他买了3-4家，有人是买了3个，有人那个另外讲说他买也是大概只能买了个几颗。你说完全没有缺货，昨天一天就有两个人跟我讲，就在永春市场。哎，部长，是，我没有在用这个。这个我父母在用，但是他没有跟我住在一起，我不清楚。但我家跟我们家没有在用，为什么这样？我昨天一天就碰到两个人这样跟我讲，可是你们的讯息又是说没有缺货。我看11月3日的报纸登，说好像缺货的状况改善了，可是他就是缺货，怎么办呢？我想分两点啊，部长哈。是，你要不要给我打个赌，或者是你们的同仁给我打个赌？是，我你们今天下午就到永春市场几个可以药房去看看。我请他们去看一下，然后再跟委员报告实际的状况。好，
我不会怀疑啊。昨天跟我讲，因为那两个人是完全两个不相关的人，是，他会同在一个下午的隔了一个小时同时过反映这样的事情，一定代表是买不到嘛哈。这个问题现在一来买不到，二来又价格又高，这两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来来来，你来回答好了。那个食药署的同，我们请你的同仁来回答。报告委员，刚刚那个江署长又在打电话来确认说是没有缺货，那他是说现在是药妆店都会有卖了，但是有一些药局他可能就不卖，也许有一些成本考量还是什么，他说这个部分是确定没有缺货。我实在不想跟你们讲说好像我是在是我很少来这边来咨询的了，是，谢谢委员关心，但是好像一副说我在说谎一样。我想他不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讯息，他是说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一次就会想多买几盒，买十盒，然后昨天买了三颗四颗，不是十三盒四盒啊。是。这你让我有什么感觉？好像我在小题大做，我在胡说八道，我在骗人，我需要这样做吗？是。我想我请食药署赶快去了解一下。真的我很气啊，昨天一天就两个人跟我讲。是，我想我们要。你们告诉我说没有缺货。是，我们要去了解，然后跟委员报告。部长，如果有怎么办？我跟你讲，我昨天是没有到西药房去，我待会儿就拜托我的助理一视线给我找，如果有，你要怎么办？这就是你们做官的跟民意之中中间的落差，你知道吗？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要赶快来处理了。怎么个处理法？我们因为前一阵子我们有请这个各药厂加紧的这个生产嘛，那就是他们应该把铺货铺得更完整一点，所以我们会来做后续的处理。部长真的让我讲不出话来。为什么你的认知跟我的认知会差那么多？为什么民众讲的跟你们讲的会差的那么多？你们现在觉得我讲的东西好像是你问江署长讲问了两次都没事，我现在告诉你就在永春市场那个地方，是，我们就去查，我们去查，我们去查。我想啊，反正这个会期还有两个多礼拜，如果有的话，我告诉你我再来，你们就别想给我跑，对不对？你们回答的市长说你要问我说是在哪一个地方嘛，你们去查嘛，好像一副回答是我在胡说八道。对，没有这个意思了。我想这只是，我们是可能食药署他是看全整个的量了，但是他对分布的情况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我讲这个我相信啊，绝对那两个找我讲的人，他不会随便胡说吧？他只会自己去买嘛，他帮他爸爸家就是买不到嘛。是，那一定是事实了。不就是这样子吗？然后你回答的告诉我说，食药署的江署长说没有问题。真的，我倒要很武断的讲，江署长有问题，好吗？我跟你讲啊，去了解市场是，有些小事情，当一个立法委员在这边给你们好好的讲的时候，你回答给我这样子的问题。这就是人民心中的愤怒，你知道吗？我不会为那么小问题来无聊的来给你们做提醒。我昨天赶快把报纸，你们7月19号的媒体又登了好几家，11月几号也有登，好像衣服变成没有问题的样子。可是真的，我为什么会今天来问？昨天下午就有两个人完全不认识我，他们两个彼此我相信是不认识，因为有一个人我认识，有一个人我不认识，结果你们现在回答告诉我说没有事。部长，我去查清楚，反正下次咨询我再来，好吗？是，谢谢委员。李同豪委员，李同豪委员，李同豪委员不在。陈欧博委员，陈欧博委员，陈欧博委员不在。
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邱文燕委员，邱文燕委员，邱文燕委员不在。周尼安委员，周尼安委员，周尼安委员不在。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不在。赖正昌委员，赖正昌委员，赖正昌委员不在。叶金玲委员，叶金玲委员，叶金玲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陈一杰委员，陈一杰委员，陈一杰委员不在。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不在。林淑芬委员，林淑芬委员，林淑芬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王玉敏委员，王玉敏委员，王玉敏委员不在。吴炳瑞委员，吴炳瑞委员，吴炳瑞委员，啊，我们请江慧珍委员。谢谢主席啊，我是请蒋部长好吗？来，部长请。江委员好。部长，你今天亲自出席啊，那有关于本席所提案的这个人体研究法哈，我也蛮讶异的哈，可能在起码在这个届次当中啊，这个人体研究法可能是最受尊崇的一个法哈，在一次的。我在一个届次当中啊，这个法就被拿出来排了三次，可能没有一个法有这样子的一个优渥的条件。那最让本席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案子第二次跟这一次能够排到委员会里面来的时候，本席是主提案人，可是本席完全不知道。所以我在这边，我要把一些我所知道的状况跟部长报告一下。这个案子我们其实经过努力，当初这个案子并非本席所擅长的，但是基于本席也认为，啊，我们医界要做一些有关的一些学术的研究，啊，他可以利用一些过去没有经过本人同意的。这个简体来从事医学的研究、学术的研究，我觉得这是符合公益，而且能够造福更多更多的，能够解决更多我们对于很多病症的不了解，甚至于能够对症，能够呢去找到未来一些密码，可以让后面的人免受这个病痛之苦，或者是找到可以解决的一些作为。这个是当时你们医事相关单位跑过来委托本席，我也非常善意的回应，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现有的人权的主张，还有各自的主张可能会有违背，可是我觉得基于你们现在的一些保护的机制、审议的机制，应该足够可以让人体研究法。好，能够得到善意的回应，来因应我们学者医界在做研究的时候，避免他们的困扰跟处罚。我想这个背景大概就这么简单。是。可是谁知道历经了到今天第三次把案子拿出来，我是一个主题人。各位想，我们。好像就是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一样。你们主事的卫生福利部跟这些教授、这些医界的前辈们，我要不客气、不尊敬的说，何其傲慢，何其无礼，这样对吗？这个委员，我可以说几句话吗？是是，那个第一点，我非常感谢委员哈，能够协助我们把这个法案《人体研究法》提出来，这个我们非常感谢。第二个，也要跟委员抱歉，这个我们在这个处理这些法案后续的审查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疏失的，没有跟委员先做一些报告哈。这个昨天我们的那个林次长他也跟我讲了这个事情，我们都觉得这样子对委员是非常的不尊重，这我要跟委员道歉。我看了一下今天早上林淑芬委员他所做的一个处理的方式，他再一次的提出修正动议。但是这个修正动议事实上我看来也是做不到的、哦、所以你现在不管是杨盼子杨教授还是陈建仁陈教授，他们急于要这个东西，我不得不再反问，如果这些简体如果这些研究这么必要，以现在来讲再不容易取得，难道不能够重新去取得被同意的之后才取得的研究简体吗？难道这个 database 不能够重新来设置，一定要从过去的这些未去连结的这个部分未经同意的这个部分硬是要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便宜行事吗？我今天江慧珍活着的人在做提案的处理都如此何其的傲慢，对于这些已经无法取得无法行使同意权的这些简体的存在者又何其的不敬，这些人的态度令人何其恶心可疑。部长，如果他们这些研究学术的研究，我相信他们不会只想成就他们自己，他们也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长期以来对于病体的研究对于各种学术研究，可是你不能够把这一些当作废物一样，你想用就用便宜的去用。我所以当初我愿意为什么去领衔来这做这样子的一个提案，是因为你们一再的告诉我这一些不容易取得的同意权的这一些真的有它时代时空的难处，并且保证一定是做学术跟公益的使用，不会被沦为商业的行为，本席欣然同意。可是你现在退一步想，如果这么真的这么值得这么可以去研究的，难道我们重新辛苦的好好的去说服国人，难道真的会没有人愿意同意去让他重新取得一个他应该要有的研究的一个 data 吗？这么困难吗？司长，来，王司长，这个应该你会更清楚一点。鲍委员，很抱歉没有去跟您那个再沟通说明，那个其实他在处理的这次就是您的那个修正动议非常善意的处理人体研究法，当初在通过的时候我们把过去在人体研究法之前的那些简体其实已经有一个注意事项，那个注意事项有相关的规定，但是没有把那相关规定再放到人体研究法来，所以对于一个新法的实施，过去已经寄存的简体库或者是生物资料库它其实是有困难的，那我们就在检视赫尔辛基宣言，那你如果现在简体库或者是生物资料库当中这些没有办法再从现在还存活的或者是现在可以取得同意的人重新建制吗？那个公园报告这个简体的这个量、哦、跟它的多样化其实 是对研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有利的嘛，我知道我们做研究我们做学术论文的我们都很清楚，是，但是你现在退一步想，你退一步想，你就是跨不去，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你跨不去就是跨不过去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跨过去，因为如果能够跨得过去的话，我们就会多了很多的简体能够从事相关的研究，这个研究的结果是对我们的医疗的发展医疗的进步是很有帮助的。这也是我跟你们一样的用心良苦啊，我甘冒被人家说这个部分啊对人权的不重视，对于啊这些简体的啊这个不珍惜，可是问题是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呢，问题是说你在处置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能够透过变成一个全体国人的对话？现在变成只是这一些做学术研究的教授们跟我们部分单一单二委员的一个对话，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如果大家全国的国人都认为它是很重要的，对于 全体国人甚至对全世界的人类是有益的，还是说这根本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傲慢，还是我们自己学术的傲慢，甚至是我们自己立法委员的傲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再有价值的东西，你的处置的态度是这样的一个轻率、自以为是，不愿意跟社会对话？你什么都要求社会对话嘛？现在不就是一个公民对话的一个时代了吗？你如果告诉人家，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努力，杨盼慈教授，包括我们现在的副总统参选人陈建仁，他都认为这个部分能够跨过去的话，我们这些简体你看可以去成就多少的学术的研究，可以去解救多少。可是问题是，如果这个真的这么重要，怎么会变成只是这些教授跟我们现在立法院里面的单一单二的几位委员的这样的一个对立跟冲突呢？部长，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吗？ 我了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可是他们就是躲在研究室里边。我跟你讲，我就是买啦，啊，你怎样啦？是这样吗？你难怪人家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说服嘛。我看一下，一而再，再而三写出来的修正动议都是一样的东西呀。你，我告诉你，还是跨不过去啊。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了。这个，我完全你们努力的方向是错的嘛？我告诉你们，你们努力的不是只是要跟单一、单二的这些委员来沟通，不是嘛？你们难道不能够告诉全体国人，不能够让请医界的人全部出来站出来讲话吗？做学术研究的教授不会只有这一位、这两位嘛，或者只有这几位嘛？大家一起讲话嘛。啊，如果一起讲话，嘴骨卡抽筋的嘛，啊，口水也可以把它变成怎样？变成是一个珍贵的要被重视的嘛？你们今天不是啊，你们今天只是想单点突破啊，啊，可是单点就永远破不了啊。你们这样，我一直在想啊，如果这件案子好，为什么急着在这一届？那如果到下一届呢？反正在一个月后就已经下一届 的事情了嘛，有那么急吗？我都不得不再这样子问啊，连我自己是主题人呢、欸。你们的努力人根本没有努力啊，不要说你们没有努力啊，这些教授们也没有努力啊。一件好事，一件美事，可以变成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真的非常非常觉得遗憾。我们来看检讨一下，看看这个整个案子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简单说，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人清楚，没有人知道。好，连立法委员都搞懂的也没几个，每一次就是啊，我一两个店家安尼一路安尼。用这千劝万劝的，就是希望能够劝林委员啊，你都爱棒球了，你都爱冲下。一个案子是这样处理的吗？我们都应该这种态度，我都觉得我自己好丢脸哦。谢委员。啊，询答全部结束，现在处理临时提案。既有委员提出临时提案二案，请宣读第一案。临时提案第一案，民众捐款方式众多，如信用卡捐款、转账、汇款等，手续费比例不一，原此要求卫生福利部会同相关部会于二周内提出检讨报告。提案人委员刘建国、苏清泉、田秋瑾，宣读完毕。要补充说明吗？没有，可以哈，好，第一案通过。来第二案。第二案，儿童事故伤害有部分系发生于居家安全不够完善，而纽约市在加强窗户叠坠防护教育，二年后相关
死亡率即可下降达三分之一以上，显见加强儿童居家安全之重要性。原要求卫福部会同内政部就儿童居家安全加强宣导，并请内政部邀同卫福部研议窗户安全防护含安全锁之相关技术规范。提案人委员田秋瑾、杨耀、徐少平宣读完毕。好，同意嘛？哈，好好，第二案通过。现在先进行人民请愿文书案一案之审查，请议事人员宣读。陈雅贤女士未见，请将红十字会全国各直辖市及各县市所募捐之善款纳入公益劝募条例规范中，管理请愿文书一份，宣读完毕。好，上述一案请愿文书是针对公益劝募条例所提的请愿建议，行政单位已函复请愿人，请愿文书可留公审查，相关法案之参考，不成为议案。请问各位委员有无异议通过。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7条第二项规定，送由程序委员会报请院会存查，并通知请愿人。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公益劝募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八案，另择期审查。委员林鸿池、王玉敏、吴玉仁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书面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本日会议到此结束，现在休息，明天9点继续开会。谢谢大家，谢谢。